就跟你说挖了很多铁吧，你一定会很浪费，你等一下一定会先死掉。怎么可能？好了，第二根铁镐。哦，竟然有天花板了，我们的家。对啊。好快啊！你要下去了吗？但是没有食物啊，我现在身上也没食物。你去，还是我们撒一些鸡？等一下，我来。等一下，我再采。撒一些鸡是吧？我来撒。等一下，我来拿走。来了。我来了。现在生鸡的几率还是八分之一吗？嗯，对。哦。我来了。要不要把床带下矿坑？可是他这样子重生点就在楼下了哦。对啊，你要想清楚哦。而且，如果你旁边有苦力怕的话，你床会被炸掉哦。对啊，真的很有趣哦。很有趣吗？那你带吧。Bugger。哎，所以是小鸡走开。那鸡受伤，鸡死亡，鸡叫声。好了，可以了，我帮你们拿，有四块鸡耶。四块鸡，这里有四条鱼，谁要？所以我是引火太近吗？ Yeah. 我没有煤炭，就是多一个它就会好一些啊。你说上下格数吗？这个一个，对啊，因为我记得之前要做这种蜂蜜巢，它就是要放一个火在下面，然后它还是会回去。因为我也是这样子盖啊，我以前。对啊，怎么了？不知道。我也饿了，怎么可以说麦当劳？可恶！我搞不清楚，有观众可以解答吗？这是谁？是豆腐吗？豆腐，你会游泳吗？有人呢？快自行找。游泳就你要头顶帽泡着水，然后你按 Ctrl。哦哦，那个我刚有试过，好像可以。哦，这样讲会像我刚只是快潜而已。啊！你这个两条鱼，你这个要用剪刀，这个要用剪刀才能剪起来。两条鱼快烤鸡。对，啊，另外没有用很多，另外一个是用打的才行。我正在弄。我需要鱼，我需要食物，快死了。我需要剪刀，我要去用海草。海草需要吗？海草玩家不能吃。可以烤海草吗？海草，海带才是。海龟，海带海草。我多给你一条鱼。我需要鱼。走，好走。满心，我们来把屋顶变成那个好不好？水族箱。食物有放在家里吗？等一下，我再打鱼回家。这条吗？好、欸，那我们先做一个水桶好了。我们这里的分类是方块跟杂物。这里。方块跟杂物，那不就所有都是方块吗？没有啊，方块跟那个非方块的啊。啊，好厉害。合理，我量多了，合理。你没带火把？我还没做出来的样子。哎、欸，我有带火把吗？没有，我没带火把。我应该够做一些。哎、欸，这边你又挖到了，那我应该对刚好。木头要不要自己一个、啊？嗯，也是可啊。反正想有水灌进来了。可恶啊！看来那个烧海带的呢？等等，要晚上喽。哎，繁星的床还没决定好哎、欸。没事啦，不会死啦。烧海带的睡觉。Yeah，nice。这边要不要先关起来？那先睡觉吗？反正我们知道这里是入口就好了。可是睡觉晚上就没有蜘蛛丝可以打、欸。做个记号就好了。哦，那就不要啊，那就不要睡啊。对啊。如果要钓鱼的话，晚上先别睡。你刚刚说什么？啊，我没有说什么，我说做记号就好了。好。那，又挖开，我想把这个碳挖完。我们缺碳欸。好了，我回来，没有，不用怕。家里也缺碳，你回来了。家里也缺碳，碳回来了，碳回来了，缺铁。好，带路吧。刚刚在哪里？等一下，我先做一些火把给你吧。我有。你有多少？够多吗？36个。哼，我有64个。嗯。啊！又哭公又来啦，他很烦啊。哭啊哭。哭啊！我再给你一点火把吧。嗯。枯公入侵，快逃！ Yeah. 我就帮你杀他，我有剑，我直接关起来。所以我们要直接到。我是把你关在外面。没关系。
PK， 我直接把同伴关在外面。我觉得你这样很不安全呢、欸。我吗？你要不至少做个铁衣啊？空手跟他 PK， 你有那么多？你铁够吗 ？PK 成功，恭喜！来，这边我们整装待发一下。你铁很多、哦。整装再出发。开什么玩笑？我刚不是跟你说我在挖铁？可以吃吗？可以。对呀、啊，那可以吃，那可以当成东西烧。对、哦。啊，有个可以做一个干块。我们要改建我们的那个了吗？屋顶。在屋顶唱着你的歌。这是做记号的部分吗？对。不要，你看到这一束水，不就知道？没有啊，我刚顺着水上去，我也不知道是在那一层。哦。然后这里。对，这里。这烂鱼骨。我先做。你可以先做。你先做。我没有斧头。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八加一二三二四。我只能做头跟那个。还差几个？哦，那里面有，没事，我看一下、喔。到我这里面还有烧，看一下。裤子还差两个，你有吗？两个。小 case。我丢歪了。这边。在哪里？哦。别啦。搞定啦，冲啊！对，还差两个，还差两个。还差两个。两个。是我拿来做稿子的，拿去。谢。冲啊！搞定了，搞定这边，你二楼要直接都是水族箱哦。等一下，我想看一下，刚刚你不是调了那个，我想看他那个能不能。我们还要再盖一层吗？原本挖不开的方块，看你啊，还是不能挖开耶，可恶！你看我挖这一块挖不开，这里是重生的啊。应该重生。帮我们盖二楼好了。收稿。走吧。哪个盾牌？不用，不用牌，盾牌要啦，盾牌需要啦。我们不需要防御，我们需要防御，攻击最好的防御。找到金了，哇哦！好，还是可以用金盾，听起来很屌。没有，没有，听起来很屌。只有铁盾，对。我听到好诶，应该是还有那个、大盾战士。哎，我们怎么来的？我们怎么来的？这边。说好了带路。等一下，迷路了。等一下，我看一下，这里吧，这里啦，对，这里。酷吧？哎呦，这什么石头？好酷哦！新的石头。我看一下，这什么石？挖一个。哦，砧板岩碎石。哦，你们挖那么低的哦。他说砧板岩就是我们在附的。砧板岩层就是会产钻石的地方。哦。干，有蜘蛛啊！然后这里有一个，这里是一个大那个大圆圈。然后圆圈，我刚刚好像有一个地方没有走过去，这里吗？这里。吗？不是吗？不是，哎、欸，好、啊、迷路了。我们是钻石小队，我们钻石口袋的钻石小队来寻找钻石。我们还没挖到，刚下来就迷路了。对啊。哦，蜘蛛哎、欸，所以这边有路喽。哎、欸，怎么杀了他？有吗？哪一次？没有。哎、欸，这里暗暗的，这里暗的，这里暗的。好走、欸，可这里，哦，这里再往下哎，等等，有深度，有那个，哦，小心哦，他会先打的人，我看你是没给我注意，有线的，是怎么回去吗？我们从那里下来的，你要先吃吗？救命！救命！你后面、欸、有一只，耶、yeah, ，感谢，我有没有食物啊？好饿啊！烤龙那个熔炉里有鱼，中间有海带干。哎、欸，吃右边的，右边是鱼。这里到底了，这里有一个护工，你小心啊，蓝莓。啊、决斗啊！啊，不行，你要接近他，你要接近他，干架！你刚刚一直离他很远，然后在空回，超好笑的。啊！我去了，我有，我好深，我死
的，都不叫我。有岩浆，有岩浆的声音，哪里？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这里。岩浆冒泡声。那你身上又更多剑了？为什么？确定我们回不去吗？这里有金，我觉得我们回不去。好，我也觉得我们回不去。嗯，没关系，找到钻石才是重点。撤了，撤了，撤了。那边有一个新的方块，这是什么方块？我看我头上那个剑一直都没消掉、欸，你重登啊！你重登。哎、欸，我掉下来了！哎、欸，我掉到矿坑里啊！什么？那你在？哦，你挖到中午时了啊！剑的。对啊。好呀好呀。我来救你了！被你挖到中午时嘞！矿坑，我、哦、看现在矿坑在这么深的地方哎、欸，对啊、欸，还有好多线，我们可以吃烤马铃薯了。看，先回去。蜘蛛网就是线了。好哎、欸、好哎、欸。对对对对对。打到马铃薯了。太棒了，繁殖它，快一点。那我们等一下怎么回去？重点。垂直往上挖、啊。垂直。哎，钻石，裸露的，裸露的钻石矿。哪里？真的。这里。算了。那乖乖的吧。哎、欸。恭喜。看一下，它有几个？几层几的？两个。深度两层。哎、欸，该不会就两个吧？为什么有狼在追枯弓？狼会咬枯弓啊。对。啊，因为它是骨头。对。差点碰到。嗯。一人一个。好，一人一个，耶、yeah, ！不要打狗， yeah. 你要赌赌看。好，同时也挖一下。哎、欸，中了！这边底层负39，从中后期应该用到很多红石。负39可以挖到钻石。红石哦，红石不用担心了、啊，好多的。不用担心吗？你先挖，先挖，也需要经验呢、啊。红石可以挖铁轨啊。哎、欸，站长，这里有那个蜘蛛神怪钻，救人，救人！蜘蛛神怪钻哪里？直接语无伦次。这里，这里，我这里。这边有火把、欸。而且是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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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里有神怪钻？这里，这里，这里。你进去左转，你进去左转。嘟嘟嘟。哦，这边怎么？这边本来就有火把。那我们要怎么知道西瓜种子、啊？我们可以种西瓜了。水哦，我们只能从哎枯萎动力铁轨拿走，顺便把地上铁轨敲走了。敲，肯定是要敲的，动力铁轨就是要敲，不然后面太浪费铁。这里还有，这里还有。嗯，我想先把这个神怪钻封起来耶，你要帮我吗？你要祭点吗？对啊，我刚刚已经有祭一个。这里好多小鸡哦、嗯，感觉可以杀了。啊，它生了。还要让他们生更多。妈的，咬三小，好多线哦！我们家可以爽钓鱼了。水啦！我觉得我们记不了回去的路了。嘿嘿，好了，好多鸡。哎、欸，怎么还有一个蛋？嘟啊！僵尸在旁边叫什么叫？你没有那个、哦？哎、欸欸，没有。收服了一只狗狗。对啊。对呀。好多线。真的超爽，还青金石耶，好爽哦！好了，这个废物被我封印了，怎样？你现在很嚣张是不是？在里面转吧，转到头晕都没人理你，废物！好用火把给封印封在哪？刚研究了一下，蜂窝用剪刀采集蜂巢的话，蜜蜂会攻击；用萤火就不会了，因为蜜蜂以为巢着火了就不会回去。不是啦，所以换完蜂窝之后，要把萤火的火用水瓶或是用水桶浇熄。最后，这斗内给呱呱的明天早餐。What？ 哦，谢谢董内。我怎么记得以前不用那个，不用把火熄掉，奇怪。还是这把改掉。这边有铁，我看到了。这边又是一个圆圈呢。可是我觉得矿坑不会那么快结束，我再回去看一下。对啊，那矿坑应该没那么快结束。我觉得我们可以先把那个矿坑探险完，因为有时候可以开到一些箱子。嗯、哦，可能开到荧光美。要不要顺便记一下这个点？好啊，看一下。我喊你记，好，我喊你记。-5.533，-5244什么？23，-23.533，-5243就好了。点好好，那-39，-39。哦，刚才是117，117。嗯，正的、哦，不是负的。等一下哦，这里是你死在这啊？哦，看到了，把东西捡起来。我们来盖二楼。耶、yeah, ，好诶，搞定。这区是不是还有？哎、欸，还是绕到隔壁的。骷髅科拉森呢？
骷髅科拉森。嗯嗯，放在哪里？我这里也还有哎、欸，你们这里到底了？到底了吗？我这边，我在上面。那么漂亮，舍不得拆、欸。我一直听到骷髅科拉森，可是没看到骷髅啊。骷髅，骷髅。你有没有听到僵尸呻吟声？没有，我没有听到僵尸呻吟声。玻璃，玻璃还有吗？后面，下面也不是、啊。那个箱子应该有。到底了吗？这边还有。我、哦、这里还有，你在哪里？哎、我在你后面。你有看到水吗？嗯嗯嗯嗯。这边还有路。哟、哦，然后我们就找到中介祭坛了，耶！有这么容易吗？有这么容易吗？当然没有，做梦。做梦。这边也有哎、欸。对啊。到底了。到底了。看来。到底就不会有东西了吗？对。嗯，你挖到剑就没了、啊嗯。这边44层，哎、欸，它最好挖到是45层哎、欸。负四十。那我们这边，哎、欸，直接这边鱼骨鱼起来。把蜜蜂带回来。对，我要先把鱼骨放在这里面。我们回得去吗？我们现在反正都回不去了，我们还不如就……哎、欸，你们要盖二楼哦。好，我们现在已经是目前这四武器最有钱的。那我先，我把蜜蜂想要先关在这里。有。你放啊，没差，不会影响。块肌肉啊！可是，如果你开那个外面的话，他们会飞进去。给开是肌肉，堵起来。我没有那个了。哎、欸，这后面还有那个呢。哦，这边还有路。我后面这边也有，啊、我去看一下。死路，我死路。啊，没有，这边是原来的地方，那就没了，没了。嗯，看看要不要考虑把线带回去。嗯，那边也没了。你说你没什么？没有火把了。哼，火把这种事情小意思。还有，是我查太快吗？直接做啊！来，再给你。你身上这么多美啊！刚刚说你要挖这些基础资源啊。哎、哦，这里还有一条路哎。哎呦，这个直直往下的，这个那么整齐的，咦？难道是中介祭坛？又有中介祭坛，怎么那么多中介祭坛？那是一个专业的矿工、哦，身上肯定是要带着很多各式各类的资源。又到底了？好吧，看来这次真的没戏了。这么快的吗？我也觉得有点小。对啊，而且只有一个那个哎、欸，矿车。对啊。这个箱子烂透了。Slenderman、啊、这边也没了。嗯，这里也没了。好吧。等等，多拿一点线。好厉害！你不再玩那个健身环。都走过了吗？都走过了，我刚哎、欸、你好暗哦。啊，走过了啊，对啊，绕回来了，好小啊、哦、对啊，好小的矿坑啊。哦，你刚刚一直在说的僵尸这一只吧，打到你了，不玩了，我把它给杀了，垃圾。为什么Enderman 伸进去，跟他们玩啊，好吧。好，我们所以呢，我们要回去吗？还是不是我觉得我们现在身上带那么多资源，就这么回去？那为什么我们家里面有 Enderman？、嗯、我不知道。遁进去哦，哎呦，是 Enderman， 我一直叫他是 Enderman。是，你在哪里啊？我在单挑我赢了。是 Enderman 还是 Enderman？ 我找不到你了，应该是 Enderman。在水附近。蜘蛛那附近啊？要生气了？蜘蛛神官吗？要生气了？对，蜘蛛神官山那附近。我在蜘蛛神官山。嗯，你在蜘蛛神官山玩的？蜘蛛神官山在哪里？看到你的名字了。好可怕！请你都拿麦。
嗯，哎、欸，这里有岩浆，我们来过吗？哎、欸，没有哎、欸，哎、欸，没有哎、欸。啊，气噗噗，气噗噗，到底了，这么快？那边又到底了，前面。对啊，前面就到底了。啊，金矿怎么那么多？然后钻石那么少？听说现在钻石、啊、解决一下，他气噗噗。什么？听说现在钻石产量变少。没有，现在很多，知道吗？他好吵、哦，还是就是他只是把放很低，所以比较难挖。没有，反正就是都运气啊。现在是到比运气了，鱼骨开挖。好、啊，你前面，我右边。好。这深板岩铁镐有点难挖、欸，很硬啊。对啊，超硬的。哇，他那个方块破坏的声音好扎实哦，好久、哦。可我觉得这深板岩盖房子应该蛮漂亮的，最近应该超市那很黑、欸，真的吗？它很像那个黑石呢，就是地狱的那个黑石啊。对啊，还是那个黑石比较漂亮。没有，都一样丑。啊，还是我记错，是那个漆黑黑曜岩，还是啊漆黑玄武岩啊？嗯，哭泣吧，哭泣黑曜石，哭泣黑曜石。对啊，因为那是紫色亮亮的，我说的是那个上面会有纹路的玄武岩，那个很漂亮哎、欸。我快挖完了，嗯，应该是说我那个耐心快没了。你的耐心快没了？你站在这里干嘛？还是你搞的耐那搞的耐心跟我内心的耐心，你内心的耐心也太快就没了吧？你还可以做稿吗？你身上应该还有稿吧、还有铁吗？剩十稿了吧？嗯。我现在很困扰、哦，怎么了？在想要怎么养蜜蜂？你等一下来找我，我还有一只多的。不是，他们现在好像有改。我挖到铁了，耶、yeah ！你说不是？我记得以前，嗯，以前放萤火在下面是他们会回去、嗯，现在不行。现在就是只能把它的风它的出口变成一条路，然后你就从它的蜂窝的后面采蜂蜜，然后它进出就是只能从那个洞，然后就把它们关起来，它们就会在里面采蜂蜜。所以现在就是运气咯。可是我在想一件事情呢，之前他钻石也是不是说几层以下就会有、嗯、可是我们还是就对啊，还我们后来那时候不是说十层还是十二层最多吗？所以我们要不要也往下挖一点点、嗯、往下挖一点点。对，我们现在是我现在在负51。我听说现在蛮多是裸矿的，是很多裸矿没错啊。哦，挖到铁了。哦，挖到铁的话，就不用回去了。会啊，因为他可以做铁镐、欸。不行，不行。不知道繁星会不会两个铁镐而已，不两颗而已。黑呀、啊，赢吗？还是先用石镐？不知道，对不起，周念赢吗？哎、欸，我都48，这边没有深板岩了，感谢你的投内。哎、欸，又一颗铁，我不用找你了。好，庆岩浆附近。好，这边好好玩的感觉哦。感谢董内哦、嗯，没有那个说什么，帮你的耐心充值一下，谢谢，好的啊，嗯，不要啦，熔炉，买啦，哇，只有煤炭，够吗？一颗煤炭可以烧三个铁吗？八个，这是有到负的吗？有啊。现在在-40几，好酷哦！盖错，干色胆小，嗯，吃兵，嗯，去哪？竟然够哎，太好了，可以烧八个啊，一个摊可以烧八个，对哦。耶、yeah, ，新的铁镐，我复活了、
么了？从上面掉下来啊，拔啦。那个谁？熔炉噼里啪啦声。怎么突然那么多僵尸啊？天哪！我合理怀疑这里有神怪砖，僵尸太多了吧？我买下来，叠上去试试。怎么那么多海带啊？现在正数的话还会生钻石吗？应该就是不会了。挖的，我的食物暂时不用担心。酷哦！我大概挖了七把。可是我们没东西烧。可是海带可以做成海那个啊，海带块可以烧啊。哦。对，海带可以做成海带块。海带也太万能了吧，好棒哦！对啊，海带可以烧成海带干，然后九个海带干可以变成像煤炭的东西，继续烧海带。海带好棒，海带最高。的海带，我苦力爸，苦力爸爸，大风我给炸掉了。哇！苦力爸爸把我炸了。哇！我的天啊！苦力爸，苦力爸，好可怜哦！苦力爸坏坏，苦力爸搞事哎、欸！苦力爸跟闹事。你看我现在有三只五加狗哎。是。没事没事，我现在做一个，直接再做一个。蜂窝可以用做的吗？自始至终都是邪恶的存在啊！蜂，它叫蜂巢。蜂箱有了，我做了一个蜂箱，他们可以回家了。嗯，快回家、嗯！同时准备的差不多的话，就可以拿来做，嗯、开始做陷阱。苦力怕真是讨厌！天哪、啊！竟然挖到岩浆了，这附近一定有。我也挖到超多岩浆的，可是我现在在55层，我只是一直顺着往下走。这边看起来有点可怕，我下去玩一下好了。但他这边超多地方超可怕的。我是不是还是要再后退一格啊？豆腐的网络是不是炸了？等等，我们有人记得我的网络有点夸大的。反正有人在家，然后换一下网络。怎么了？要干嘛？网络炸开来，这不是一个洞吗？为什么下不去？可怕！土，泥土，泥土。挖这个岩好慢哦。对啊，有钻镐再下去挖那一层吧。嗯，感觉有点浪费时间。对啊。No， 但我总觉得这，抱歉，今天不行。哦，盾牌、啊、就是要挖钻石。嗯嗯，说钻石都分布在这一层哦，现在要挖钻石。这样的话，我挖得到基岩吗？挖得到基岩，但挖不起来。基岩会再负多少？64左右，负64哦。对。哦。外面有一只枯风在乱跑，有岩浆应该要有钻石啊。嗯，没有吗？希望这张可以花到很多的钻石，谢谢。我也希望今天可以。哦，看这个进度好像有点难。我让它转弯怎么样？你说楼梯吗？对啊，不然它这样好像有点挡路。阿进。阿静，不然阿静好像有一点挡路。我说楼梯，你干嘛挑拨？阿静呢？阿静要不要来玩？阿静不是他那边有自己的世界吗？岩浆跟有没有钻石完全没有关系。是哦。对啊，都市传说。都市传说。没错。转弯吗？楼梯？所以我被这都市传说骗了10年。还是你们楼梯要用在这边啊？嗯、这边？那边？这边啊，就从这边直接上去啊，因为挡在这边好路，好障碍、啊。怎么用？坐到外面？怎么挡在那边很阿静？坐到外面感觉不错。就至少啊，到底想怎样？这样啊？那你的玻璃拆掉了，我舍不得。没关系啊，没事啦。哦，他只在挖，没关系啊，反正我可以挖很多出来。对啊，他玩沙哎、欸，他玩沙。好、啊，你做一个路径给我，我来盖楼梯过去。
这箱子是什么？现在深度不够，我在负51耶，要继续下去啊。看一下啊。如果楼梯挂在外面嘞？真的假的？负51的深度不够吗？外面很奇怪啊。负51深度不够吗？会吗？会吧。我稍微回去一点，然后再继续往下、啊。画一个羊。家里还有点吗？那还要多少度才够啊？要11啊？11，我在负51耶。没有啦，他们负14以下一样会升钻石啦。嗯，就只是它有个区间在，啊，所以越低不一定越多钻啊。哦，门的话可能再改一下吧，因为门我不知道怎么改。我们这是 1.17.11 real。快造版哦，嗯，是大有大洞窟的那个做的地图，所以单纯衰吗？衰啊，是，真假的？嗯，有这么衰吗？不应该目前够吃吧？那代表运气不错，我刚找罗矿，没了。还是你觉得如果会挡住玻璃的话，就是往内缩一格啊？我这边死搞了，往内缩一格啊，这样子。发生什么事情？没事，到了，像玻璃球挡到了，没有。我现在在做，它原生版新的，蜜蜂要飞出来啦！我想办法。哎，你怎么又有蜜蜂了？哦，我刚刚做了一个蜂巢版本，又找到一个蜂巢。然后这边蜂巢可以用做的，可以，那叫蜂箱。对，哦，蜂箱，嗯，我打算把。就是农场跟那个弄在一起。我想要挖到基岩看看。然后这边可以做个地下室。这样吧。话说水晶，等下，那门的话，我往旁边缩一个。57？什么？想看一下紫水晶长什么样子，应该很漂亮。紫水晶在哪里？也要找，也是一样在地底，不一定地底啦，在洞窟生态都有机会遇到。洞窟、喔，嗯，哎、欸，我挖到基岩了，有好快，继承啊！我站在负60，毛骨悚然的声响，哇哦，好了，61、62，嗯，差不多到底了。海带干的饱食度，我是45的话，要吃好久。这样感觉抓50几层、啊、算是中间值吧。嗯，哎、欸，这里有洞吗？现在也在，我在困扰，我等一下怎么回去？嗯，我也有一点。都分开了。我们分开了，不，我知道他在哪里。你怎么知道我在哪里？那、啊、你不是就刚刚我们那个岔路，你往前走，往右边。可是我后来又绕了个超远的地方。那我就不知道了。嗯嗯。恐怖片就是这样，两个人分开之后，就会有一个人遭遇不测。嗯。然后另外一个人也会跟着遭遇不测。这么可怕。听到僵尸声音，找不到僵尸。听一下。我觉得龟龟会是第一个死的那一个。右边没有，他已经死过了。一个神 ，God， 好近哦、喔欸，在这里哦、喔。剪刀嘞？在楼下。剪刀不是有放一个在原本豆腐身上吧？他去捡海草。你是左上方啊、哦？我这里给你。没有没有，我剪刀。我走走来走去都迷路了。正上方。林辉，他晚点还在做剪刀，我再顺便出去采几株海草。没有。哎、欸，我身上有一堆海草、欸，哎，为什么？左边。怎么这样子？上面应该是刚才死掉的时候喷出来的吧？真的、哦，好危险到这里，然后喷到附近的人身上。嗯，为什么你会喷到这里？我没挖到紫水晶呢、欸，因为我前面字幕的剑手直接跟枯宫干架、嗯，他前面不然被我打死啊！紫水晶我被蓝莓杀，然后被枯宫杀，被很前方吗？我能干嘛？安心呢？要为什么他这个箭头不可以？要不要跟我一起盖二楼？我在负，不，我在
歪轴14哎、欸。你为什么那么远？去挖东西啊。哦。有经过水晶洞。水晶洞的它的会白白的。它的那个方块是白白的包起来的。很白很白的那种方块吗？对。很好挖。对哦。哦。出来了。原来是这里啊。呜呜呜呜呜，好像很危险。我的剑呢？我的剑呢？我的剑呢？我觉得连红石都变得好硬，妈呀！泥土那，个泥土呢？嗯，国公呢？嗯，这里哦，身上满了。去哪里呢？找到一个新的洞。不是啊，不会。我头。等一下，剪刀怎么做？两个铁定。新的岩浆好像没有铁定。对啊，所以我才下去挖挖。嗯。我也没挖到什么铁，这趟收获好少。我好像也没挖到什么铁，我只有七个。啊，不对，我刚刚把铁丢给你了。嗯，对你刚让我做了一套出来。我掉声音，又回来了。哦，你的会员，谢谢。我中幻术啦。但我连铁镐都做不出来啦，我不完了，突然想去的。那我从哪里来的？完了，我迷路了。回头，回头是岸。这里是哪里？我从哪里来的？好，我这里不动。来，观众指引。嗯？哎、欸。这边有插火把，我是从哦这里来的吗？金矿下面有，从金矿下面来的吗？我预留了一只铁镐，是准备等下垂直的往上挖的，以防万一回不了家。哦，这里，谢啦。我应该回得去吧。嗯，如果从这边这里往开始往回走的话，你们要回来了。我觉得我回不去了。我没有铁了，也没有碳啊，不，没有铁也没什么那个。不对啊，我回不去吧？这个，我忘记我在矿坑里面走的。哦，我们那个矿坑那边太乱。嗯。而且那矿坑里不是掉下去了吗？哎、欸，好了。啊、哦，好，这里。左边右边，我需要更多的玻璃，更多的玻璃。哎、欸，怎么没了？你们拿出来了吗？好、欸，迷路了，完蛋了。所以要怎么回去？看天花板吗？深板岩针他妹的！我靠！不要说石镐了，用铁镐都挖到快踢笑了、欸，哎。豆腐，剪刀还你。遇见。哇，鸡好多、哦，好嗨哦！来，好的。哎，好像走到回去的路了。伸出一只鸡了。哦，再一只。哦，两只，三只。哦，四只。哦，好开心。好多鸡。完了，我又找到一个，又找到一个回圈。好吵！欸、你可以在回圈找看有没有裸矿啊？有没有什么裸棒？裸矿、裸矿、什么裸裸棒？这些人真的语出惊人。什么裸棒？哎、欸，老师是这样讲话的吗？开玩笑了。
晚上可以讲。你刚说什么？老师压力很大。在场的都是成年人。这个地上的是什么的东西？我不懂哎，我不是。地上的是什么呢？那个原本是放在楼梯那边的，我把它移过来。那就把它合并到右边，什麼啊，然后下面放木头。好啊，然后去铲地。吓到我妈的！我画面抖了很大一下。来，怎么了？啊，架不起来啊！万一真的回不去，我就要垂直往上挖。我已经做好这个心理准备了。吃，还有 cheese 可以。上不去。啊，可是没有火腿肉了。啊！溺死了！你看我溺死了，按键卡住了。你可以，你如果你要下去挖海带，你可以带一个门下去啊。你可以在水中呼吸。没有，重点是我没有，我没办法在半空中放东西。然后我放一个东西。啊，我刚就教你游泳啊。不是，是我按键卡住，我上下左右 Ctrl 全部都很懂。那你可以调成英文输入法。不是，我想啊，完了，我现在遇到很危险的情况。木头现在在下面溜。我是一个没有火把也没有剑的人啊。不过大家好像都没有去采木头的意思。有啊，我刚刚才抓了两组回来，可翻。我边踩边挖。边铲边挖，我在全暗的地方探险了。然后我也放一些杂七杂八的进来，就有个玻璃片。哟，对，这边有玻璃放下，玻璃跟木头一起好了。钟乳石，好了，钟乳石算是。挖一下。食物要不要放一区啊？好啊，好啊，我是分类大王。好诶，好诶，我也想吃诶。我找到回去的路了。棒，再煮一包。姑姑你好烂。还没。什么？因为我午餐很晚吃。我找不到回去的路。玻璃怎么做成玻璃片啊？那个六个玻璃方块，横的六个，还是 OK。我要断食了，喝嫩啊！我又迷，不对，又迷路了。这是什么地方？就算我回不去，但我要到钻石。你输了，你回不来啊！回来再说。眼见为凭啊，眼见为凭。哎呀，我这个还是，这个已经至少放眼望去，这一组绝对不是两颗的哦。看这什么地方啊？放太多火把了，感觉我只是四颗的，烂透了。四颗够了吧？要偷笑了是吗？真的哎。对啊，真的要偷笑了。干，现在钻石真的不好找。应该说这个石头太难挖了。哎，该找回去路了。这里是这里。那我的回去路，这里我的。我的蜜蜂囚禁之术有没有用呢？吹地不要。蜜蜂囚禁之术。哎，我怎么左右盖不对称啊？哇，完了，没关系，就这样吧。我不是这里。就蜜蜂囚禁之术，希望它不会飞出来。迷路了，怎么办？有很多火把那边吗？什么？火把不是都插右边吗？对，那个。不好意思。到左边的走看看呢。哎，是那边吗？你去过啦。我在盖房子呢。哇，这边怎么突然都长好啦？天哪！好暗哦，好像不是这。蜜蜂有在勤劳工作。我试着想留下它用。我试着想去救你，可是我找不到你。嗯。
本大师需要你来救的吗？水水，我迷路了。水水，啊，好可怕啊！完了，我连有火把的地方都找不到了，这里吗？啊，我先去尿尿，反正没有不会被盖牙。我怎么来到这里的？天哪、啊，火把呢？刚刚那边亮亮的地方呢？中间要不要再？中间要不要再那个少一点玻璃？嗯、再跟谁说话？左手边回去看看。哇，左手边跟我内心的设计师说话。哦，这里笑死！想说你在干嘛？我回来了 ，Hello， 欢迎回来，欢迎回来。还有点，还有点路，快了，快了，快了。到这边我大概就熟了。哎，这有商人来了，哎呦，可爱！我们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跟他换，我们可以把他绑起来，我可以绑架他。等一下，我来了，绑架，绑架，绑架。对，蒲公走开。在哪里？两只商人呢？为什么只有羊驼？哎，羊驼不见了。绑起来了。哎，他会隐藏。啊啊，那个嘞？他在这边、啊那個、商人呢？他晚上会喝隐形药水，要等白天。哦，他已经进去了吗？对啊，可是他你这样绑不起来、啊，他最后还是会消失，会留下羊驼。啊啊啊！因为我们太穷了吗？不是，我们太穷，他就是会他无拘无束，他就是会隐身。哦，好吧，他是个渣男。我要见见他，你要白天会他。阿福上来，我带你走。他已经那个了。墨西哥什么？我刚看到什么声音？顿口员，你有没有铁套把它捞上来？墨西哥顿口员鸣叫，对，他会生在地底，不是地底啊？水吗？嗯，找有水的地方去找他。我在那个呢，地底呢？对啊，那应该是在我们这附近哦。这几层？我在51啊，快回去了。干。我还在啊，嫩回不来吧？哈，笑你。中介石的第一名声？问号？中介祭坛吗？没有啦。哎呀，我把田踩坏了。嗯，哎，我找到回去路，我找回去路了。Yeah. 我也回来了。那个田要报废了。我要做一个。你们发展成怎么样了？嗨，菜菜，耶！嗨，要食物啊？不对，不是这里。要我需要食物，不是这里。你们看一个漂亮的东西。嗯，耶！哇哦！我只有一颗，好烂哦！怎么？你是说亮晶晶的东西吗？对啊，让我欣赏一下。没事的，有就好。而且是我找到的，呵。啊、哦，十个，十个我也需要。哪里？我要看。可以拿来做一个钻石铲。那、oh, 严格来说，其实也不算是我们挖到的，是它是裸矿，就是长在路上。哇，有二楼了，好棒啊、哦！你看我们家旁边那块地铲出来。什么铲出来？你自己看、這個。左边啊，这边啊。哇、哦，你说。奇怪了，这边怎么会没有、啊？把它夷为平地了。这边有一只。好的，大，好的。干，白痴，我看没有煤炭。锄头伤害这么低吗？啊、我不会被他射死吧？不行，我不绝不会被你射死。就就就就，看我的走位，我要死了，我要死！哦，我操！哼，那西吧。我好浪费玻璃，没事啊，沙子再挖就有了。你怎么了？你一直重拆啊？对啊，我钙化又打掉。野生的煤，海带干是食物吗？是哦。我们现在吃这么贫穷的东西，好吃哦、超穷的。
没礼貌，我好不容易生出这么多的，没礼貌。我想想啊，锄头也可以干掉他。他很认真在弄海带，你那边说人家的食物不好，穷坏坏坏。我死在外面海上两次，然后把这片做成一个。好了，我做了一个蜜蜂农场，不知道花多久时间，希望他会帮我海海的弄蜂蜜。跟施肥，门嘎吱作响。那怎么办、啊？如果下一趟要再去挖钻石的话，应该要怎么走？放弃刚刚那个矿吗？绕那么大一圈都没有东西。我觉得我们像是要带足够的火把跟有规律性的做记号。嗯，我断线。我们刚探险成分太高了。对。喂。喂。喂。有声音了。你回来了。我说，我觉得我们像是要多带点火把，然后有规律的做记号。欸、我刚那样太探险了，我们就是走到哪看到有什么就跑过去了。是啊。对啊，我们不是看到矿坑然后就冲过去，然后那个什么然后就。是没错了，但有这么难吗？不去捞龙源吗？也是可以。为什么我牵着他？但我没有铁矿，我这趟下去铁矿超少的。我要怎么把它放在地上？放在栅栏那边就好。我手上牵着一个羊驼、欸，点右键啊！对，那个栅栏点右键啊。OK， 牵着它。不知道。哦、为什么你可以在？我寻不到了。好，你为什么可以在地上划船？他可以，我不知道。这个是 cool 合理的吗？合理呀、啊，合理呀、啊。他养了一只狗，你们有命名牌吗？我们可以命名它。不然的话，真的回不去了。二楼不插火把会生怪哦。哇！二楼不够亮吗？这里太挤了吧，在干嘛？你们这楼梯设计有问题哦、喔。有这边吧。上来之后要跳一下。撞墙了。等一下，他被卡住了。我要来屠杀鸡了。对，他进来了。好热闹哦。我们二楼要怎么转弯？嗯，绵羊叫声，打嗝，进食，可以杀鸡耶，鸡超多，鸡蛋汁出声，熔炉噼啪作响，好恐怖哦！好，我来杀了，我要杀鸡，有乌贼，我拿斧头杀，当然出现了，当然出现了。我要给他一根快活啊！跟他换，我要拿一大堆海带跟他换。我挖那么多海带，就烤鸡可以吃了。你们等一下就很多烤鸡了，太棒了！我要用罂粟花跟他换。还有交易宝石吗？交易，你反了啦！他是要绿宝石换东西的，不是用东西换绿宝石。要怎么？要怎么交易？啊，你有错反。啊，现在有人，现在有人在对他，他不会理你。哦哦。我为什么一直被揍？羊我被羊驼吐口水，你们刚有人打到旅行商人，羊驼就会攻击你啊！直接愤怒，他在吐口水没伤害啊？有啦，很痛哎！啊？什么？有啦，好可爱哦！不跟你好了。所以如果把旅行商人杀了，我们就可以拿到羊驼。对啊。可是我们不能骑啊。不能怎样？我们挖了这么久也没有挖到绿宝石吗？我们有一个马鞍。哦，高山。嗯。怎么办？我回不去了，我不能垂着往上挖，我头上是岩浆。那怎么办？哦。几内。没有我家里没有。继续往前挖。我们好多鸡。这样应该离岩浆远一点了吧？马上就挖到。哦，这里没岩浆 ，nice， 叠上去。哇，这趟收获太少了，竟然没有盐，不，竟然没有铁盐。
岩。门外不建议放地板门，怪会跑进去。哦，这下我感觉，我成功了！你们看，我这里有那个蜜蜂农夫啊，我去看。哦，有喂，酷。然后中间放田，他们就会，他们会帮忙播种啊。对，酷哎，我先繁殖他们。可可爱爱的，拿花拿花按他们两个，他们就会生小朋友的。铁放在哪边呢？没有，我没有挖到铁。好，你们去。我有挖到蛮多铁的，都铁都在我身上。你们去采花粉。我知道我会。阿宽，你等下看他采完花粉，他屁屁会有粉，超可爱。好，我再看。所以感觉海带是一个很好用的，它的屁屁就会漏粉。因为海带可以拿来做海带，又可以拿来当做烧的东西，可以拿来当烧，又可以拿来当食物。对啊，啊有了，然后外海就可以做外海带一片，全部都是海带。哦，好可爱，有可爱的吧？嗯，换一个矿。它屁屁你看就会帮地上施肥。哦，换个是我差点被强制遣返。看哦，好可怕，好可爱吧？好可怕，哈哈。哎，有狗狗哎。然后我来试试看能不能从这边吃。这里有狗哎、欸，狗要用什么骨头啊？骨头。我用骨头。你收服它啊？你看有没有项圈啊？项圈有颜色。没有哎、欸，在这里。另外一只，另外一只。对啊，另外一只。对啊，右键。我只有一个骨头而已。嗯，呱呱也只有一个骨头、啊。对啊。失败了。我这里还有，我这里还有一个骨头。那我拿鸡蛋丢它。可能是你是男生吧？我没有拿鸡蛋丢它、哦，成功了。啊！你拿鸡蛋丢它，然后成功了？没有，是豆腐的狗了。耶、yeah. ！那我要换一个矿坑去了。不，你不等我吗？你回得来吗？我已经在负十一了呢。干，好远，算了吧。干，现在放弃了你的伙伴。负十一，你回来要多久？我随便找一个矿，先想办法找铁吧。也可以太缺铁了，我们现在严重缺铁。不、哦，你竟然不救我，海德哥！我怎么救你？这负十一哎，我这六十四哎，我们差了七十。海德哥、哦，你不救我，海德哥，我在负六了。温室的看门啊，不对啊，我还需要上来是要拿火把，我没有火把，身上东西不放吗、哦？对，正常的地面了，把钻石放一下。有人说我们门口建议不要放那个地板门。压力板啊，让怪踩到会跑进去。可我上去之后再找坐标就好了。我在哪里啊？-3553-88。OK 啊。乖乖，你回得来吗？没有碳，也没有办法做。要不要做地下室啊？把箱子都往下放。要哦。我们家的坐标大概在多少啊？那你看。好，感谢。我们家的坐标在，你说哪一个的坐标 ？X 高度吗？没有高度，不用，大概就是看 X 跟 Z 就好了。嗯哼 ，X 跟 Z， 嗯，左边跟右边。我拍谁 ？X 跟 Z。-201.6 力是200，好，还不算太远，微远。看看十二点会不会回来呢？我要带这些钻石回去给大家，不可以死啊！要下去，征服众人，我是全村的希望。开赌盘的时间到了。乌龟究竟会不会挖到岩浆吧？活着回来嘞！如果我让你咬死，我就直接去煮泡面吃了。烂游戏！我又遇到一只狼了，快养它！在我们家就是我没有骨头了，我们缺猪跟牛。我是有遇到猪啦，羊也找到了。猪在左边，左边这附近有，左前方有一堆猪，好几只。小麦啊，你怎么还在吐我口水？你可以拿酸绳过来酸啊，不一定要用饮的啊。
有很多只嘞。啊，引两，你要？可能我以为那是墓碑。你引两只回去慢慢繁殖就好了。嗯。那小猪的话，你要有萝卜才能引啊。一直被吐。我遇到高山喽。我把它引出去好啊。我靠，这什么峡谷？太深了吧。嗯，哇，断层怎么回事？你超深的啦，还在吐？哎，那怎么有火把？你们有人跑来山这边过了？哎，好像有哎，我好像有过去一下而已。嗯，两根火把。对，那应该是我。第十三，我手他还是吐，而且吐到外面来，完蛋了！我现在面临另一个危机。我原本以为留一个铁镐足够我垂直往上挖到底，结果那个射门岩太硬了，我铁骨快爆了。那你还有东西吃吗？你这是面临第三个危机。他一直在吐。我告诉你，我身上还有一条鱼，就剩一条鱼。不是，你看这个羊驼，他很神经呢，他一直在吐我。对啊，把他关起来好了。很简单。你直接爬吐回去，或者拿剑。等一下，不要扑我！我，你的妈！哎、欸，你玩的那个，对，他跑出来了，他挤进去、欸。他真的是很神经呢。走进去。Yes, time。我等一下叫我的狗咬你哦，羊驼。他跑出來，是你逼我的。有东西攻击你，你的狗不会揍他、哦。会，我狗坐下了。来，你看羊驼攻击我，你去咬它。对啊，在干嘛？躲不进去，躲不进去。这是狗狗做坏事。来，去咬它，在那里呀、啊，这里呀、啊，这个。把它拖进来一点。你看，你有看到吗？它吐我哎、欸。有狗去咬它了。不要咬它、啊。养狗千日用在一时。哎、欸，让它坐下，坐下。哎、欸，他不这样不会吐你了。对他被吓到了，会怕哦。哼，不敢了、啊。哎、欸，找到牛了。哎、欸、哎、欸欸、又开始了。开始。把关起来，狗狗走开。牛吃什么？小麦。哇，又是什麼。我过来。我们一堆草食性动物。嗯，试试看。牛在那个你们一直往前走的那个山上面。我没有，我有小麦 ，shit， 好吧，我带回去。还在吐，然后再吐了。好了，没事了。我要挑衅他。我看到天空了，恭喜你哦。天在哪里？看我怎么掉到水里啊！哎，不行啊，牛也掉进水里了。我看一下，乖乖，你说是多少？负200零一。负201，然后那个呢？这200，差不多。好，那个是我刚刚在挖树的位置，所以你可能还要再走一小小段。完了，我在天黑之前回得去吗？哦，这边好多牛跟羊哦。完了，我在天黑之前回得去吗？还在吐哦，这还吐得到、我已经走不动了，没有食物了。好了，我去救你啊！你在哪里？跟我讲。没有。好了，他吐不到了，他吐不到了。完美，我感觉我快到了。你有酸神吗？有啊。你救菜渣。我看到了，我看到家了。看到家了，在哪里？怎么这里这么有河？Tuskete。完了，我觉得我去救你没？我带牛回去也会有危险的、啊。菜渣，你坐标。我在，你就直走。一直直走往前。他会在哪？欸、白痴啊！我已经看到田，我家田了。你在水上哦、喔！哦，我看到了，乖乖，哪里？这里，田那边。我好看到你了哎、欸！大家不要、yeah. 不要动，看到你了。在哪？我吗？对，就是你。下去。我正在努力的。哦，你回来了。哎、欸，海带，我把回家海带丢给你了。好哎、欸，你小心，这边峡谷，哇！哦，没事，吓死我！但是海带吃起来太爽了吧？哎，哥哥，你来看这只羊驼会吐我口水。僵尸，哦，你可以用签的，
对吧、啊？你帮我打一下他。你要看吗？他在哪里？这里。我只有锄头可以。其实不是锄头，我只有。好好，等一下。啊，对不起，打到你哦。哎、欸，他看不到我。他吐了，呸！落马呸！你看。哈哈哈哈哈！礼貌哎。我在帮他煮烤鸡了，烤鸡。好哎、欸，好哎、欸。耶、yeah. 哎。大鸡。现在我去吗？今晚我被叫去啊。你有方块啊？有。哎、欸，我没有沙子，我没办法盖玻璃。要挖。家里没沙子了吗？好像是、啊，好像被我，好像被我用光了，被、啊、用光了，用超多。嗯，我等一下去挖。好耶，感谢。啊、我带了超多线回来的，大家可以尽情钓鱼了。好，那我要先去钓鱼。我需要前面我需要很多很多铁矿。前面路很刺激呢。我要去亮仓，我们我哎、欸，我有带西瓜种子，可以种西瓜。哦、还有苦力，我的天啊！对吧、啊？钓鱼线只要两条就好嘛，对不对？对，你那个棍子做放斜的三个、啊，然后最右边那排放两个线。哎、欸，乖乖，我这里还有一些给你玻璃，感谢。还是你签我打，我留在这里。好了，是给你这刀给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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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欸，我拿斧头，丢全部啊？不行，好，交给我。Q， 不能丢全部，对不对？长错加 Q， 我想我。好一段时间不想进地底了，好可怕！乖乖，这里，你先拿领，不然会被大家吸走。啊！牛死了！牛！好，敏珠啊，干影珠。那么辛苦是为了什么？干影珠，干影珠，干影珠，干影珠。你又被苦力怕给炸死。好啦，你们先回来睡觉了。没了，我们干影珠吧。哇，三星没有床啊！我不用床、啊。感受到我那时候牵狐狸牵了那么久，他烂掉了。你后面还有一只狐狸炮！他看谁？他看谁？他看谁？他已经看到了！哦，你要淹死了！羊猪！天哪、啊，晚上太可怕了！还是黄色的床？放弃吧，我们回去吧。嗯，都可以啊。放弃，先回去吧。我看到路啦。因为那个香港他不是进不来吗？还是先把床先让给繁星，反正没差。嗯，大家放在。好啊，那睡觉啊，我先睡了。好，睡觉。可是有我也去睡觉。大家都在家里吗？快到了。对，大家都在家。我想去挖黑曜石，哎，等一下可以挖了。嗯、你有钻石岛啊？我有，我现在剩下五颗。我还在边吃泡面边喂蜜蜂。我睡觉了。泡面？什么泡面？好爽啊！泡面。韩国起司泡面哦，我想吃。为什么把有被猪压过吗？哎、欸，睡觉了各位。哎，三星，我睡不下去啊。黄色的呢？我不啊，附近有怪物哈，等一下哈。等我一下，我想到了。啊！呱呱呱呱呱呱！藏在你身上，你还好吗？等一下，等一下，怎么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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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进来了，哭中来了，放进来了，藏在你身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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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藏在我身上，被我吸走了，是不是？对。哎、欸，猪最后有回来啊？有啊，我赢回来了。嗯，太好了。那阿静呢？阿静有回来吗？阿静呢？阿静喂。他都不在还要讲哦，我都已经没有这样了，你们还这样，真是。平常应该是要你先开头，是不是？那你对、啊、自知之明。对、啊、好多次了。哪个？哎呦，再来再用一个吧。你有吸到酸神吗？那个康米喽，像二十岁考上榜。哎、欸，有哎、欸，我去做猪的家，等一下哦，栅栏在哪？谢谢豆内、啊，感谢感谢。Oh yeah， 胡子来了，哎、欸，胡仔，胡仔 ，Oh yeah， 胡仔，天哪，我拍，我今天拍了超久，结果还失败，气死我了呀！怎么会这样子？我还要怒盖一波。你直接怒，那我知道了，你就在麦块里面盖你那个失败的那个作品。农场盖在哪里啊？那不前面塞不下、啊。那这样我们房子是不是要扩建了？
不用扩建啊，要吧，而且要盖地下室吧。你们这样把旅行流浪商人盖起来的。哎，我来了。因为他们是兔，他们是兔。哇，胡子好胡子哦。胡子好胡子。他这没礼貌啊，你要看吗？那个是我画的衣服哦，好可爱哦。我们两个都是我画的。不是胡子，我看到这个一眼就看出来是胡子。一眼看出来就是胡子。有吗？是这么浮夸吗？嗯不是、欸，你要不要看这个羊驼没礼貌？来，你看这里。对，哎、嗯，为什么？你在干嘛？对对，你看哦，你看哦，他会吐我口水。你干嘛？你看干嘛？没有，没有，没礼貌。你怎么不会受伤？没礼貌。你想干嘛？为什么？为什么会受伤？为什么不会受伤？会吧？丢金那会扣血吗？会啊，不会吗？什么东西会受伤？家伙，那你就是意图想攻击我。没有嗯，没有、嗯、什么声音？那什么？有人可以给我一些石头吗？把它做箱子很多，这里面有很多农场盖在、okay ，我们得想办法增加一些铁矿。鱼骨魔人来了，铁矿交给我。这版本鱼骨会比较吃亏哦。啊？为什么？他弟弟大更新。No， 真的假的、嗯？那这版本怎么挖？就随便乱挖，就凭运气就对了。对啊，好吧，先处理。嗯，铁矿是不是还在鬼鬼身上？我已经拿去烧了。啊，拿去烧了。好像有一个铁矿要放哪里？奇怪，不对，我们烧的地方怎么全部都是海带？我放了一个铁矿在里面。我们有水桶吗？有吧，我记得有一个我丢给、嗯、我捡到一颗马铃薯。好哦，可以拿来。我有西瓜种子，谁要种西瓜？对，我们要去哪里种？我要挖西瓜，种都种，什么都种。马铃薯怎么种？马铃薯一样都种，种起来。就这一块吗？要先除，要先除。你脚下踩就是那马铃薯田了，这一片都是马铃薯。哦，是哦，你们已经有种马铃薯了。对啊，去，去。我把这个压力板拿掉，我换成按钮，好不好？帮除个，哇！重新出发，连铁镐我还是，帮我除，帮我除，嗯，两，帮我除三块，我种西瓜。西瓜我想不到农场要盖在哪边、啊。这样子除，这样除水吸不到吧？哦，你说这里哦？对。哎，准备出发喽！嗯，我们的矿坑在哪里啊？旁边都随便那个哎、欸。我觉得不要，我们的刚刚的那趟收入超少的，所以可以扣收一级，收一级小。哦不，极小哎、欸，真的是极小，太惨了吧！其实我觉得现在挖矿好像真的就只能凭运气了啊，也没有，就用鱼骨好像，因为他现在那个什么。什么的矿石的分布跟钻石那一区的那个深板也对铁镐来说都很不友善，更不用说石镐了，石镐会挖到手断掉。哇，有一点很硬、哦。我们刚刚挖到零以下喽，我们到负五十几去了。对，啊，负的哇，对啊，现在有负的啊，所以才会说这一板你预估会很、嗯。然后我们两个人只找到了六颗钻石。哇，然后我们要在一个月内把这片田把这片地移平，然后盖运动场出来。哇、wow、哦，有制定目标了、哦。有啊，我们八月中来办运动会。所以我们刚才在地面上面的都很辛苦，一直在挖。我们可以，所以我们可以，我们现在是工作人员的，对啊，也、yeah, 线上群聚，好的吧。为什么不能做按钮在这个上面、啊？可是我觉得我们还是得去挖一点铁。对啊，但我在找新的矿坑。按钮很麻烦，有点远。等你找到了，我就跟你去。我也要去。好哦，那直接开门就好。好，那我先来这边把这些树丛都拆掉。拆掉。我有一点担心，我走的不够远，会不会挖到我们刚刚那边？我的天！我们刚那边挖蛮开的。你看。是啊。我在那挖一挖就挖回去，对，应该是蛮有可能的。为什么会少？你不热吗？你过来一点。他坐在火把上。啊。啊，你坐下来，好像不行，帮你取名字好了。我找到牛了，
栅栏。那两只牛才能那个是不是？才能生啊？对的。那我想办法生两只牛出来。然后我还是没什么木炭的样子，没有办法。够炭啊？够吗？够啊，一组哎。我来看。我刚刚是拼命在挖炭啊。我刚挖的炭都拿去给你做火把了。不，我也没有炭。等一下哦。哎、欸，怎么就一只？我在老。怪。怪。怪。听话。哼。我看看。哎、欸，所以你现在在哪，太大？在右边。右边？家里右边附近。哎、欸，怎么又停下来了啦？右边不是海吗？我来。水。不是啊。妈，我等一下回去你就知道了。哦，就说为什么我们要绑架那个行商人？他们想绑、欸、有马哎、欸欸，你在牵马？对啊，哦，酷哎、欸，我有那个铁的那个马凯，我那个是要我先有鞍呢、啊，马凯我有鞍，我有鞍，我有两个鞍，嗯，鞍，马凯是谁？我有两个鞍跟一个马凯。什么声音？牵了两羊两牛回来，我要先钓鱼、哦。这里有这里有峡谷、啊，对，你小心哦。可是里面没有什么东西啦。嗯、你去过了？嗯，它走到底是47层，可以再往下，没关系。这边怎么过去？就隔壁啊。哦，你直接穿水啊？因为马的话没办法，马只能用穿绳跟马鞍啊。穿绳在哪里、啊啊？在我身上，在我身上，我在弄。你要用猪、哦、对不对？好可爱哦！现在已经有拴绳了，拴绳就旅行商人啊，旅行商人啊，谁、哦、在跟你客气？太棒了，商人！你有绿宝、嗯，你有绿宝石啊？哇哦！没有，不过后面绿宝石可以量产，不用怕。什么量产？用塔、啊？用村民无人道的呀？yeah.拴绳只有一个吗？两个、啊。我想说你先盖个东西。我想把猪牵进去。对啊，你先盖个很大的平台吧。盖了。猪走。对哈、哦。盖了，盖在哪？你要平台？对啊，一个空间呐、啊。没有，你又卡住了，过来。猪的话在前面呢、啊。那这两只也交给你吧。那我。拴绳给你。我怎么玩？等一下，你牛，等一下，你牵着你先牵着他们，我把它挖下去。啊，拴绳在你身上啊？啊，没有在我身上。说要很多很多沙子的。哦、我看到哈。我要玻璃发光吗？对呀、啊。好看。太慢了吧？在这边。谢谢。等我一下哦。铁巨人塔放哪个箱子啊？铁巨人塔干嘛？干嘛？木头有专门的箱子吗？这边，那个。进去。乖乖在你后面。我牵了两头牛。再想想是石头跟土啊。哎、欸，对啊，木头嘞。两头牛跟两头羊回来。还是木头都没了。我要怎么收掉？完了啦。那你直接。又剪。不过你要下去剪。对。哦好。哎、欸。这狮子要怎么办？等一下，等一下，菜刀，你等一下。你。来，我教你。等一下，不是，嗯，那你等一下怎么还要再引下去？没关系啊，这两只就是放在这边。哎、欸，你后面还有四只等着你。后面哦，哇哦，等一下，所以我就说啊，你先等一下嘛。怎么办？这四只牛的话，你交给蓝莓吧。等等、啊，我在这边哦。我只给你看。他们在讲笑话。啊？你要，你知道碳？你要跟什么东西？碳，我给你碳。我给你碳啊！我没有碳啊！你没有碳？我没有碳啊！啊！我要碳，我要碳，我也要。这边。等我一下，我做个栅栏。你是谁啦？用自己的 skin 呐、啊？用别人的干嘛啦？我有自己的 skin 啊！我没有自己的 skin 啊！我不会画这个。啊！杀掉。还有五大哥，还有五大哥啊！从肚子。五大哥。干嘛？我拿了马凯跟安过来耶！是不是该睡了？这里。马凯跟安，胡仔还没有床。胡仔给他一张黑色的好了。好，等一下帮他做。酷哦。感谢你后面。马凯跟安。好。哎、欸，
繁星，我问你哦，哎，你之前天花板是用那个玻璃片铺的，对不对？不是，是玻璃片吗？不是，不是，是玻璃哦。你用玻璃片的话，它水啊，原来没有，你盖第三层，你第三层盖那个好了，水族箱。哎，没有木头了吗？因为木头，对，因为你盖玻璃片的话，那个啊，鱼会游到这个小空间，然后它会溺死在这边。我就是太那我要怎么弄？你不然就第三楼开水族箱了，这样。我就是想说天花板直接铺一个水族箱，那就是玻璃啊。我来了，就可以啊，就是睡觉了。好，大家睡了，大家睡了，睡。我在海上，等我一下。好，我离开，我离开。好，那我也离开。胡子和床，等一下啊。哇哇哇！这个清脆的声音听起来真好吃。啊，是我，抱歉。我要吃面包了，我也想吃。我们也是在吃拉面呢，拜托。突然讲面包，黑色的。我要来，每天都来看我的蜜蜂，他们好可爱。然后好了吗？可以进去了吗？可以了，可以了。我来，我来了。繁殖黑色染料不够哎，这一个繁殖黑色染料海苔可以做吗？啊，你们好可爱哦，海苔好多哦。好多蜜蜂啊，是不是很可爱啊？然后他们就会来这边采花蜜，然后走过去就会施肥这样子。以前才没有这种东西啊！我的天啊，好棒啊！超可爱的吧？而且它屁股还会有粉，对，好可爱。我被 RPC 了。最近各位有没有觉得 Discord 很不稳定啊？是，对啊，我刚重登了。我刚也是。我觉得是太多人吧。Discord 很常这样子啊，好烦哦。对啊，然后常突然听不到声音。所以他是以前就这样了吗？还是最近太多人用？今年以前都这样子了。哈哈，我觉得今年是这样子的。我还在想说是不是因为疫情关系。没有，我觉得以前没有到那么严重，以前就是偶尔，现在是常常。糖厂，哎，怎么那怎么办？我们要开发新的矿坑，要怎么开？你在哪里？家里而已，我还没出发。安心，哎，所以我们，所以我直接铺。我有武器可以开。他们叫我巡夫吗？哎，是。那我直接铺玻璃吗？先铺一层吗？对，天花板就玻璃。好，我火把够了，然后石膏火把多少个？石膏两个，我六一组半。一组半感觉不够哎。感觉不够，路过再挖，不可能路上都没有碳啊。对啊，胡子要出发，胡子要去吗？好啊，大家要小心，不要让蜜蜂飞出来。我们要想办法。记得去之前要带好你们的食物。哦，对，你们的食物要记得带。我带了26个海苔。那不够吧？海苔很会很少哎。对啊，家里的食物应该不缺了吧？我可以一直做啊，我可以一直做，所以不缺，你们可以全部带走啊。不缺的话，我拿个什么烤鸡肉之类的，帮我拿一下。可以啊，我还在发木。那你们要面包吗？面包好吃吗？好吃。面包也可以，面包不错哦。发木工，他们带吃是不是可以直接在外面做一个三明治？找不到食物箱是哪一个？我们要不要要有牛啊？我们急需牛哎、欸！有，我在繁殖了，等一下。那就不要做面包了吧，面包真的很没效益，因为它还要种啊，还要等啊。那我们就是杀羊吗的意思？杀鸡啊，整理包包，我的包包。因为会有很多小麦，小麦有还有什么其他用途吗？好像也没了。没了。我想说多的小麦就做面包，反正也没有。小麦还可以拿来喂鹦鹉。
还是你们种子啦，小麦威鹦鹉。啊，对啊，种子啊。我被橙子打了，三叉戟，天哪！快跑啊！三叉戟，快跑！三叉戟，拿三叉戟！哇，哪里？哇，要灭团了！在哪里？快点！在哪里？我是不会出去的，我不会跟着你们一起出去的。哪里右前方，你直走，直走，直走。左边吧，对，那个。海神波塞顿。有看到海上很多漂流的东西？那怎么这么偏海啊？那就是我的尸体。那里，看到了，杀了他。我觉得他的掉落率超低的。我的东西，我的东西捡回来。我怎么看到海豚而已？哪里有三叉戟啊？看到三叉戟了，但是没看到。哦，有。他插在那里。你看到了，在哪里？可是他就插在那里，就不能拿。这边这边看到了，看到了。太难了吧？太深了，太深了。我想，会不会有人死嘞？我要被淹死，我要淹死。有血，我杀了！哎，你成功了，有掉吗？有掉吗？没有，没有。哇，那个超难掉的，我还看那个稿子那边再浮再沉。我还记得我们漂浮的稿子，漂浮在空中的海带。我第一次遇到他，他就掉，超扯的。怎么这么多海带啊？那是那个谁的吗？他挂掉了，说东西全部出来了。你豆腐啊！哎，豆腐，你记得种回去哦，不然你等下后面不会再生哦。这边的海带也太多了吧？就豆腐打的。但是海带，海带，你看到这些都是伺服器的负担。我在不是伺服器的负担，对，不是加把海草，海草种回去就可以了吧？你要种地上啊，就是再潜下去种地上，对啊，你就是不要往最下面打，你就打一半的就好了。对，就不，我都不打到，不要打它的根部，我都打根部，我就打它。哎。打根部直接一整条不见，好爽哦！哇，我这边怎么有一棵树我拆不掉啊？你那边是那个重生点，重生点附近有保护。哦 ，so this man， 对，他就去撞了可爱的海草。哎，所以我们家里现在有什么食物？海草，还有烤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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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烤鸡了。哎，又二，又二。去领一下，但是还没有很多，因为我正在杀鸡。准备好再出发。烤鸡应该可以吃一阵子。四个战狼。抱歉，在玩光遇。还在放哪里？为什么这边有这么多木铲啊？因为这样吧。对。用石头不好吗？不知道放哪里。怎么没有铁？家里有两只猪哎。对啊，赢的啊，那一波赢。阿静什么时候进来我们伺服器了？刚刚我都没有讲，默默的滑进来。我们的铁咧，可以给我一个，可以给我两个铁就好了吗？给你，好了没有？我有那个不见了，哪个？地上地上，呱呱地上。雪雪，那个商人不见了。对啊，他一阵子后就真的吧。哦，是吗？我还以为是隐身了。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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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反正就是关不住的。So， 关不住的他。他只能留下羊驼，我才说他是渣男呢、啊。哼。哎，羊驼还会吐我口水吗？我想要再去看一下。你攻击他就会啊。羊驼我没有攻击他。羊驼不见了。没有，你再去攻击哦。他过一阵子仇恨会消失。哎，羊驼也不见了。嗯。对、嗯。他带着羊驼走了。没有拴住的就会跑吧，剩下团。可是这边还有啊，你看我们家还留着一只，他是被遗弃的那一个。啊，笑你，哈哈哈哈。我们可以去挖那个了。那个？黑曜石。你有钻石镐、哦？很爽吗？有要种什么比较好啊？马铃薯啊，铃薯，我做个实践。那要不要把中间那个蜂蜜窝的这个改成？那你应该有装洞穴资料包吧？对，那马铃薯会长比较快哦。我这个是可以采的吗？并没有 Y 小于零的生成机制。请问马铃薯要怎样才能采呢？钻石生成范围是16到2，这两个，这个跟这个是可以采的，最高的这个，对哦。煤炭不会生在零以下的地方。我要
煤炭不会生在零以下的地方，然后钻石大多落在负四十几。啊？这是刚刚那个有观众测出来的结论。哇！人家那个屋檐是怎么盖的？这次真的是一个很大改版哎。啊，不，怎么数据都不一样啊，要拓荒了。海带干块可以变回海带片吗？可以。妈，我不知道哎、欸。妈，我忘记。妈，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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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很、哦、好。哦，好方便哦。我忘记。可以所以你带着海带块出门就可以、啊，就可以省很多位置。我受够了，我要去寻找牛。我们很急需皮。牛不是那个刚刚有人说在繁殖了？有啊，在繁殖了啊。在哪里？怎么没看到？我们家的右边，面对海的右边。为什么他不跟羊在一起呢？什么意思？好痛哦！我说他怎么不跟羊放在一起？哦，现在有新的需要。哎、欸，为什么羊跟牛在一起？截个图。他们要混养是不是？啊，这里怎么、欸、牛生小牛了？对啊。我刚刚那个的、啊。喂小麦就好了。好，需要更多的牛牛。那我们等下一个黎明出发吧。哎，好、哦。哦哦哦哦哦！家里怎么淹水？怎么怎么？我家里淹水了！我我我我我我！你干嘛？换什么事？家里那做多少岁？还好吗？发漏了。现在还好吗？哦、好了好了。我们要不要先睡觉？反正都。好、哦。哎，晚上了，刚好大家都在家，永远的好搭档。听说我的床是黑的，没有没有这种床，我退出。咦？没做，还没做。哎、欸，可是我们不是有打那个鱿鱼了吗？应该可以做黑色了吧？下一个，我旁边也是鱿鱼、欸。嗯不是鱿鱼吧？是乌贼，还是什么章鱼？这是露西亚的 BGM。哎、欸，还有谁？露西亚的退了，对啊。谁没睡觉？不睡的退出就好。我不知道，我已经躺在床上了。我也躺着。谁？谁？我靠！是不是有人中离？我啊，我中离啊。在中离。不是，我是说他人真，蓝莓吗？他人中离，不是。哦，在里面啊。哦，好吧，那我们没办法，没办法过夜，把他打死就可以了。他在哪里也不知道。好啊，那我们起来吧。哇，蓝莓关，好吧，那起来吧。不知道他在哪里。我最后一次看到他是在，他在牛牛那边啦。牛牛，他在那里干嘛？他是躺在地上哦。没有，他站在里面，他想担那。敲他，他听到声音就醒了。哦，你拿斧头，好凶、哦！听到声音就会醒了吗？确定吗？我拿骨头，我是骨头帮、哦，不是斧头帮。刚这边站很久嘞。那就先让他休息。哎、欸，不对啊，他重生会重生在哪？你没事吧？床上吗？他不是有睡。但是我、欸、为什么狼在咬他？为什么狼在？有人群服的啊！他被狼咬到断线了。他离开游戏了。他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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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睡觉，可以睡觉。对呀，冰捆，睡觉，剩三位，我在路上，我掉了，怎么蓝莓不见了？不知道，我来问他。我来睡觉了，我来睡觉了。可能他在，他在电脑前面直接睡着了。差一个，差一个，有不可什么，说不定呢、啊。还是他去呼吸？他会呼吸啊、哦？乱讲。那开玩笑的，这边开始乱那个。他去跟阿金阿金告状有没有？猪跑出来了，猪阿金爷，我怎么了吗？就死掉了。哦，我都没说。开工了吗？要开工了吗？啊，怎么有僵尸？现在大白天哎、欸！啊啊啊！他是晚上生的、啊，然后白天才找我。啊！来了来了来了！我是骨头帮的。你看我是阳风人，蜜蜂尖诶、欸，蜜蜂使者。我再带一把石剑好了。好啦，你们去采蜂蜜啊！再见。我只需要骨头就好，我是骨头帮的。
我就只带我就只带锄头哦，不是锄头啊，这是什么镐子？镐啊，好，一颗鹅卵石，可是我要找新的地标去才行。这里每次都会生一只枯弓，我要把这里擦亮一点。前面这边也可以帮我擦亮一点，因为这里会生枯弓。OK， 我准备好了。好，前奏的。前走枯弓哦，在哪里啊？新的矿，我们刚周是在左大右大半步，我们先往左半步。我才刚起来，我就好啊，我就被枯弓射死了。哪边要擦亮啊？就是外海这边最外面那个沙的沙那边。好。哦，你说。有一个桥的那里吗？不一定找个洞吧。桥的右边那一个沙滩。桥、就是。这个树是谁挖的、啊、對對對對太过分了。好讨厌。哎、欸、好像是我挖到一半斧头坏了。这不仅有矿吗、啊、至少承认了、啊。好、啊、没有哎、欸。哎呀承认。为什么枯弓在海底、那個、为什么枯弓在海底射我哇不动哦不对这不动吗这要进化了吗这是一个破烂小凹槽原来这是狗洞这是狗洞哎、欸啊、是有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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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对了、哦、那边有炭火挖一下、欸、这里也有炭火挖一下哦干好深差点死亡前面那个哦这边好多炭哦各位直接跳下去没猪猪不错嘛这边我们好的开始哦。刚刚有人说 Y 等于零的地方不会生碳，不 ，Y 小于零，就是负的不会有碳就对了。对。我想要做火把。然后钻石大概在负四十几。好，嗯，那我觉得我们先以铁为目标，再来。对啊。才是钻石。目前连铁都很缺。哇，连碎石都很缺啊！你们要小心，它下面那个洞超深的哦。做不了那个哎、欸。然后走一起嘛，还是哎那边有一只那个骷髅弓箭手。我觉得我们走一起好了，弓箭手走一起比较不容易迷路。嗯，我们是不是应该有一个？为什么他进攻型的吗？哎弓哎，哎弓哎，水哦，那就给你了。胡子破烂弓，给你胡子。没有剑，拿弓挑打。那我们要怎么走啊？这边攻击这样，这边好深，这边好深哦。哦哟！我听到僵尸声音。嗯。哎、欸，他又在射人了。剑现在不能防御了，是不是？干这边太深了吧？怎么不能防御？我们需要盾牌啊！不能防御了吗？可以啊。哦，你说剑不能用哦？那个是 1.8 的产物了，你现在已经 1.17 了。胡子他掉剑了。对，你 是拿、哦哇哦、你想拿剑格挡对不对？对啊，没有用了。酷。哎、欸，这什么力量？哇哦哦哦哦哦！没事，没爆。为什么猪在家里呀、啊？为什么不带他回他老家？现在拴绳在蓝莓身上、啊，没办法。他听说他想要玩啊，他绳在他蓝莓身上啊，他不见了。这里有铁，这里有铁，哪里？消失的，挖到了。对啊，消失的煤。确定我们回得来吗？我觉得可以啦，这个峡谷还行。你们记个坐标啊，先记好。不然会不会我们现在是要把农场移到隔壁吗？有白海豚呢、欸，海豚就那个颜色了。我知道，但是小小要白海豚，我差点掉下去，感觉哎、欸，有人帮你掉下去，有人帮你掉下去，哇，小王八蛋 ，what happened？ What happened？ 哦，救他，救他，我被僵尸推下去，水电梯，有了，没事，死了，你在哪里啊？我被强迫起来了，我跟你们走散了，哇，没有，我被人掉下去了，啊，对，他是被推下去的。我是被推下去的。胡子，我们先等胡子，胡子，哎，胡子来了，胡子，我被射死了，我在你们上面。水电梯，我帮他放水电梯。好的。哎，嘟嘟。那我们要怎么上去嘞？哎，这是什么奇怪的矿啊？这是铜矿哎、欸，那是铜，那是铜。酷。据说是废矿。真的、哦？它是装饰方块啦，很丑。1.17的废矿铁。而且它还会生锈哦，够铜吧？这里有一个大洞哎、欸，这里有铁、欸，里面还有苦力怕，哇哇咚！
我刚才把身上的鸡丢到海里面，你怎么活的？然后小鸡就生出来了。啊？那只蜘蛛怎么活的？那我刚好掉到那个铁矿的那个洞里面，它抓不到我。哦，哇哦！太多了吧？哇！哇，你一直受伤哎、欸。对啊。哎、欸，这里有没？欸、这边资源还不错哎、欸，这边也有铁。哎、欸，有了有了。说总算有一点回本了。我们等一下先帮，不要往那么深挖，先把这些基础资源挖好。可以啊。对啊，要先有够的铁。嗯。哎、欸，那个豆腐，你上用剪刀对不对？是要剪刀。哇，是这里有铁，借我一下。哦，苦力怕，乖乖在你后面。啊啊，什么？啊！哎、欸，城市，你后面有鬼，你后面有鬼，你后面有鬼。哎呦，你还活着吗？这个也太好笑了！我是说在你后面，你转头后面，砰！会靠往前。要捡到吗？没有。我看一下，那是找在你手，在你手上、啊。骷髅克拉森在哪里啊？在后面，后面。哇！我记得我丢一把，我丢一把。他买的，我找。白痴哈！哎、欸，好深哦！砍啊！你在砍啊！我找到了，找到了，飘起来了！耶！吸到剑了！哎，江神。怎么了？在蓝莓身上，所以猪才会在家里。不是他刚不是死掉了吗？谁死掉了？没有啊，他没有、啊，他离线而已啊。他在我们杀死他之前逃走了。对。哦，所以他离线了。嗯、哪里了、啊？哎、欸，他有回我吗？看一下。没有，他没有回我。他不见了。真的睡着了吗？我找到矿了。不，我找到。真的睡着了。我在挖炭。哎、欸，好，欢迎。真的睡着，应该没有办法那个吧，离线吧。要下去了，不然就不见了。这不是说现在挂网太久会有什么夜魔、夜魅啊？夜魅、夜魅都有、啊。不睡觉吧？就会有睡觉。嗯，没有，他已经菜单已经很久没玩。我是 1.2.5 的、哦。哇，比我还古老哎、欸！夜魅的话，养猫就不怕了，猫会把它赶走。哦、啊，是吗？对对，夜魅怕猫。原来如此。怎么了，崔弟？你一直叫，欸、大家都听得到你。好多碳哦！你们还在附近吗？我在挖碳的地方。我跟胡子在我们在战斗啊啊啊啊！怎么了啦？耶、yeah ！你们是玩困难版是不是啊？简单吧，应该是简单。你满身都是剑，你快变刺猬了。因为啊，怪没穿装。只鸟的礼物，我们的铁是不是没了？养海龟。我们的铁在龟龟身上的、嗯。没有啊，我都已经丢到箱子里面了。哎、欸，你怎么做的？成为光顾了。那感觉应该是没有的。又有哦，烦。我去看一下崔弟要干嘛。哦，崔弟，你要干嘛？崔弟，哎、欸，好多、哦，有碳又有铁。哦，可是回去应该。可是你们怎么不见了？没事，抽不是啊。我跟胡子在，我们找不到你。为什么？为什么我右边就只有僵尸跟枯工？你那边又有碳又有铁？对啊，我们的猪一直不知道该何去何从。哎、欸，我回去找你们好了。我这边越往里面走，越有还是很多东西、欸。哎、欸，我这边也有铁。等一下，我找一下你们在哪里。你们在哪？欸、现在没有。我去那边好了。好。你们往上走吗？这个版本的资源怎么变得有点难拿、啊？那我们在真的有、哦，看到你们两个了，这里，然后跟我去吗？好啊，哦，这边你那边比较嗨，嗯，来，蛮、嗯、多东西的，走吧，整装待发，铜我就没有拿了，铜真的没有用吗？你可以拿，挖你可以玩玩看啦。没有，哎、欸，我是会懒得挖它。但有铜有点难挖，你好硬啊、哦，还好、嗯。你们是不是有人把铁带出去了？没有啊，没有，铁就是没了。我们铁板就不多。那应该是没了。嗯，我要去挖。嗯，我只是想要一个。我觉得铜水桶、啊、会不会有村民？会不会有村民想收铜啊？你说他好不好？他想练铜、啊，有几率。
就是以前不是像以前不是可以拿铁去跟村民换绿宝石吗？炼铜是怎样？各种啊，看村民什么职业都会有他们要收。只有铜是什么职业啊？铜铜不能做装备啊！变态，铜的职业是变态啊！是龟龟，龟龟是炼铜癖啊！对吼，对耶！哇，对耶，对呢！龟龟收多少？各位，你要不要铜？有六个人说。对耶，我们难得玩这个游戏有这么就是、啊、一致共识，在这种地方这么合作吗？太团结了吧！哎、欸，猪，你们怎么又出来了？好像能看到的地方都挖遍了，猪真的很困扰。剩下的地方都，哎，我们你们可以先离线一下吗？现在吗？现在吗？下面晚上了是不是？好，再见。因为我们我们需要白天，不是哎、欸。猪跑出门了呢，没事啊，没事啦，不要理他啦。哦，铁在19到37，金在0到35，青金石在20到22。好了，是的，天亮了。19到37，猪猪不理他。看我拿的，抱歉，我家的。哎、欸，那个了吗？那是什么？他在谁的脚？我家的你哦。你们、哦、你们那个了吗？天亮了，天亮了，可以回来了。哦，天亮了。可以了，哎、欸，没有碳的哦，怎么碳？你外出组的带光了。嗯，我刚有挖到一组。你说碎石还是碳？点回去。因为想说有点暗，然后插个火把。那可以用木头去烤啊。这一块挖完了、欸，我们这一块到底了，怎么办？要回去？还是我们就直接挖开吗？挖开的话，我觉得要找离那个。原始地方，嗯，比较远的，不然会挖到原来的鱼骨。那我们就先回到地表嘛，从容易回去的地方开始往某一个方向挖就好，比较容易回去。你觉得？你们觉得？我觉得 OK 啊。好，哪里啊？我们从哪里来？我是迷路了。OK。你一开始用水下来的。哎、欸，没有人知道怎么。你被敲下来吗？是。哦，对，我被敲下来了。怎么快速的铺地吗？我怎么记得之前有一个铺法？铺地，你这是快速的铺地，一定要蹲着，就是因为我要跨海。哎、欸，我上来了，这里，一定要蹲着铺吗？对啊，这里啊，除非你会，如果是要跨海的话，好像只能这样。你会传说中的速点，不然你就要开创造模式。在哪里？我在你这边啊。速点是怎样？要有点技术的。对，超强、哦。对，这条网上挂掉了哦。你可以讲吗？你有啊，我没有听到你声音。没有，他听不到我们声音。喂，哎、欸，这是谁、嗯？这是什么新的地方吗？还是我们刚刚从这边掉下来的？然后听得到，是从这边掉下来的吧？我们从这里掉下来的。对了，对了，从这边掉下来，这边。那这边还没走过的样子。下面吗？哎、欸，对，这边有好多碳哦。嗯，您可以处理一下。青蛙。渡海真困难。哦，里面很多有的没的。里面哦，嗯，看来是真的蛮多有的没的。我听出来了，排名呀。嗯，里面很多有的没的。哎、欸，哇，奇怪，哎、欸，你到哪里去了？好深哦。嗯，哦，这钟乳石好长哦。你们在哪里啊？我们在。嗨，我回来了。哇，我发现灰色的绵羊哎、欸！啊哦，结果我没有带。回不去啊，回去的路在哪里？没有带脚托。那就阶梯往上挖就可以回到地表了。灰色的绵羊，这里不错，这里不错。嗯，那胡子，嗨，我直接挖穿过来找你们了。哇哦，是看着那个名字直接往这边挖，是不是？你等一下挖穿，然后等一下就掉进岩浆里。哎、欸，好像经常会有这种事，对，好像常发生哦。对，就是说，哎、欸，我看到你们了，我快过到，我快到了，然后就啪，直接掉进去。喝水一下，好，猫八口水啊，伸个懒腰。水中毒啊，八口水，八口水。哇，他前阵子13口、20几口的。啊。懂喝哦，懂喝啊，
我伸完懒腰，一直喝哎、欸，美姿美仪啊，拿大麦，来是八口水是吧？哇，好大，好大根哦，怎么可以？那个时钟时柱好大根哦，天哪，嗯，哎、欸，有碳耶、yeah ，我游泳池装满了，三，游泳池装满，四，装，你说水族箱吧。对，自己都搞不清楚到底是水族箱还是去游泳干什么啊？啊，怎么没有去抓鱼了？啊、我要去抓鱼，猎食者的声音呢？还没开始，还没抓鱼。对，抓我们抓的猪会不会不见呢？哎、欸，不要看他，他生气。我去别的地方探险了。好 ，Enderman。哎、欸，我想要带一些烤鸡，以免我哇，好大根哦。嗯，对啊。好，哎呦，回来了，我们的三神回来了。每个人都会赞叹一声好大根哦，好大根，很不够用哎、欸，跟我的一样哎、欸。烤鸡怎么又没了？那要再去砍。他们刚刚全部带出门。那边有地方可以下来耶、欸。你看一下那个啊。对啊，我也觉得这附近好像马铃薯。哦，马铃薯，马铃薯。那就按照中午时回来就好了。马铃薯是直接吃吗？还是要加工一下？烤啊，要烤吗？烤一下可以比较会比较好吃哦，饱足感比较高，会比较好吃。嗯，我找到很深的地方了，哪里？嗯，你们在哪里？我回去找你，等我一下。我也回去，我在这个很大根的棒棒这边。那我靠呀！我不想看到他。在你再见了。要战斗了，要战斗，快！我们在这种地方，他兵他吧。战斗可以啊啊！欧耶欧耶欧耶！我来补刀啊！我的天哪，谢啦！差点死哎、欸，差一颗星而已。我迷路了，怎么那个 Enderman 的声音怎么还在那边？对啊，三只热羊不绝于耳啊。语音到哪里？哎、欸，语音到两啊。乖嘞，在哪里啊？对啊，你们在哪里、啊？我迷路了。但我是真的迷路。刚刚钟乳石啊，有一堆钟乳石那边。是刚刚那个很大根钟乳石那边啊。我找不到那个钟乳石，问他为什么？真的差点死掉，那你的荧幕里面有看到我们的名字吗？啊！我看到，我想找到路，找到路，那你就直接切过来吧。你先不要。你怎么了？你被揍了？哎，白痴哦！你跳到钟乳石上面，你会受伤哎。会啊啊，很正常吧？很正常吧？会被捅。对啊，感觉就很刺。等一下，我先把它卸补满。那往前走，往前走。是金啊？有没有、啊？哎呦，有碳，有碳，这里有碳。往前，往前，对。然后在前面的话就是一个大峡谷。嗯。哦，峡谷很棒。我先把这个碳挖掉。哎，是这里吗？哎，对，是这里。我发现其实面包，怎么了？怎么了？嘿，面包跟马铃薯都是三个哎。对啊，但是你看，面包要三个小麦。哦。对啊，马铃薯要一个马铃薯，而且一个碳可以烧八个马铃薯。好想吃烤马铃薯，奶油马铃薯。哦，好好吃哦。哦，你这时间大半夜。对啊，我们去夜市都不能吃那种烤马铃薯加起司，怎么办？要下去吗？焗烤马铃薯，啊、好吃哦！哎、欸，那边有铜，那边有铜，我要挖。你看你是不是挖屁铜哦？你是不是很想要铜？不是铜、啊，你看是铁，你就喜欢铜，本性，居然还不承认，死不承认。那边有水，我们可以顺着那个水下去吗？我想把这边的铁挖掉。要讲你妈知道你练铜了。蓝莓出现了耶！对啊，你先上来，然后丢水下去吧。我吗？对啊。嗯。哎，你们没有带水是吗？我没有。没有啊。我这个专业的矿工肯定是水电梯神器的 Go。哎、啊，你干嘛？你这样怎么上来？啊？直上来就好了。哦，好的。因为我这样，如果遇到这样子，我遇到水的话，我等下遇到岩浆，我还可以用水洗掉。之类的道理啊、哦，那我们怎么回去？叠上来啊，做记号啊。好吧，你说我们从这里上来的这样吗？哎、欸，这里还有那个水源呢、欸。哦，有铁，哎、欸，挖铁喽。挖铁吧，稍微散一下。还是再做一个铁桶，然后再捞一桶水。这边铁还蛮多的，一颗。哎，铁的模组也改了、欸，对啊，对啊，长得不太一样、啊，它整个方块都不一样，好可爱哦。对，我们的蜜，我的蜜蜂感到非常满，这边已经三层了，已经接近负了。小蜜蜂，这里是三层，
这边是三层啊，我刚看了一下，这边是三层。哇，我们今天这么下面了，所以这个洞真的是蛮深的哦。这边有好多铁，好多铁。哦耶！算了，耶，发财哦。然后这边还可以继续往下哎。哇、黑板有那种去哪里？看，它是暗示我们要继续往下了吗？有可能哦。同时。哇，好深哦！我这边还可以继续进去。我、哦、这边也是，没有，这边我不太敢了，没有火把了。我觉得插入的地方要多放几个火把。哎，红石，那已经有红石了吗？红石，红石是不是铁镐吧？对对。哦，对，青青什么什么青什么青金石也是，对，青金石石镐就可以了。钢铁镐，深板的话我就不知道了。哦，可以耶。砧板也应该是可以用石镐吧，只是会挖得很累，因为刚才他好像用石头挖砧板。嗯，好，那我们等一下怎么走呢？你们在哪里？我要不要再做一个铁桶？你们带着。我这边在做熔炉了、好，还是我们先烧一下？可以啊。那我多做一些熔炉，反正石头不用钱，再挖矿石头都是不用钱。笨家山路。怎么有人在炒三杯鸡？好饿的东西！为什么要在这个时间点讲这么可怕？现在才十二点、还是可以麦当劳的时间。三杯鸡！我钻石，钻石有钻石？哦，没有了，是三星来了，三星挖到了，这几层？我在35就挖到了、负三十五，天黑喽。他说负40几最多，天黑喽。然后大家闭眼睡觉，转睡觉睡。是裸的裸钻吗？还是裸的裸？还有三位请睡觉。裸钻是不是给的都量比较少？对啊，因为它其实有切，可能会切掉。可能上面就是它原本那个深层的那个地方被切出来的。对啊。我是什么狼人的那个主持人哦、对哦，不错哦，你懂玩哦。梅林请睁眼。梅林，龟龟死了。梅林，龟龟死了。那我是女巫呱呱也死了。没有，不是龟龟被警察抓了。面堂，猎人把他带走了。啊、三个铁，怎么都是鳕鱼？我不要鳕鱼啊！因为这边是普通海域，所以只会有鳕鱼跟鲑鱼。哦，没有其他的鱼喽。要去找热带海洋，会有尼莫哦。对啊，尼莫。哇，我想要尼莫，比较可爱。有河豚在家里，你可以放。你想搞死？已经死了吧？哇哦，苦力啪啪啪，苦力啪啪，苦力啪大大。哦，你往下走了，直接啊你！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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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这里，我用两个熔炉烧会比较快。嗯，好啊，两个，对啊，我、这个石头看起来好硬，对啊。我们到底是从哪里回来的？有，不是那里吗？我仿佛看到了铁矿。这里吧，这里那个有水那边那个地方，对，这样。我们的船怎么不见了？你是说刚村民的吗？哦、不是村民。对啊。哦，那个商人的。我刚拿去，呱呱去看一下，我可以再抖一些麦当劳。哇。哎、怎么一直飞？哦，我刚刚出去绕一下，他就被我带回来了。哦。谢谢董内。那我只好自己做一手。怎么有人在射我？那是什么？我们家外面有一个奇怪的人。你不是有铁矿吗？突袭吗？有个大平台。等什么？啊，突袭？铁矿呢？好像有遇到突袭哦。对、怎么会？怎么会？玩家附近有机会生成突袭啊？啥？真的假的？我以为是村民才会有突袭。对啊，我还以为对啊。No. 那现在怎么办呢？在我们家门外面。我要把他杀了吗？我们会被屠村吗？不会，因为我们家没村民，我们家没村民，所以不用怕。可是不是可以拿那个免死屠城？那个很帅耶。那个不见了。可是你要有靠近村庄才会触发那个事件啊。哦，对了，
对啊，哦不，他不见了，可以拿那个很丑的旗子，好可怕哦。哎、欸，还在吗？还在，还在这里。我要杀他吗？你呢？我，你杀完没？还有一颗。好，好了、欸。这个石头看起来怎么那么哑巴呀？他现在有不祥之兆了。这么哑巴的石头，完蛋了！要喝牛奶。对。住在哪里？到了。那你们来喝牛奶。在那个方？哎、欸，对，你那个方？哎、欸，是你那个方向？哎、欸，这个是黑石啊，这个哑巴石头就是那个啊。就是、你哑巴的时候已经到负的了，这代表已经到负的了。哦，那我们是不是不应该再往下了？不，我们应该往下。我们要应该继续往下。哇，好哑巴的石头啊！你从那边来的吗？嗯，我看到胡子了，他下面。嗨，在左边。这里看起来超不妙的。怎么做记号？对啊，怎么做记号？嗯，我要哦，好多鸡哦。啊，我想到了。做记号，在这边放一个工作台好了。哦、太难分了。我知道了，我们用木头，白木头可以杀鸡，拿去烤鸡、嗯。白木头，对啊，我一次杀一大堆鸡。洞穴里面突然有个木头，应该蛮突兀的。等一下，先让我繁殖。木头就是回去的路。Okay. 我先繁殖一波。看起来某种地窖啊，看起来，哎呦。好、啊。哎、欸，不是说这个版本，繁殖说这个版本的你再杀。你深处会有一只很可怕的。我身上有一些，我把那个是下一版的。好。哦，下一版哦。本来是一次出啦，但是就是因为分散了，好痛。哦，就是那个声音同时的那个版本，对对对对对，那个恐怖的 BOSS。鸡、哦、跑出来了，帮我们关起来。哎、欸啊，这边怎么木头？啊，他说有废矿是不是、啊？他说木头是回去的路啊。不是不是，我挖到深处出现的木头。好、哦，那就是了，那就是废矿啊。这里好像有废矿哦。哪里？刚刚哎，对，这个洞的最深处。好奇妙的设定哦！哥，我听到怪了，我听到怪的声音了。这边应该有废矿。看到胡子了，这边摆个。哦，有了有了有了，我挖出来，这里是废矿入口。船要怎么做嘞？我要做一条船，我要出航。被砍了，砍鸡。哇，你好强！你做一个衣物自行的东西，会不会跟我们刚刚那边串在一起啊？哎、欸，有可能。不好说。哦。如果上去看到火把，就真的不妙了。不如。哦，那你直接躲一只苦力怕了。上去有插火把呢，这个火把是我们插，那个火把是我刚刚插的嘿。哦，那没有，好像是新的哎。哇酷，新的酷哎、欸嗯，是新的。等下，这个插在新经验上面的，这个也太好笑了吧。哎呦，新的，线是不是可以用吗？配框线我是不是要砍回去啊？搞不好会用到。嗯，要。我们好像蛮多线的。有吗？没有吧？不求多吧？不求少。对啊。不求多，不求少，嗯，不嫌少吧？嫌少，哎、欸，不嫌多吧？等一下，嫌多了。那怎么了？在讲什么？那在怎么了？有黄金嘞、欸，有黄金，那是黄金吧？黄金是不是用铁挖？对。好好笑哦！那边可以往下。他中文很不好。大中文有哭工，有哭工。我们老师都在哭戏啊。我们很多老师在这里。嗯，乖乖老师，羊毛有什么、欸？羊毛有什么用吗？还是说是可以？那就把羊，哎、欸，羊杀掉会有皮吗？会有，会羊毛跟肉、哦。这个好，这个好大哦，这个比我们刚那个大多了耶。嗯，然后我再找那个，也不需要这么多羊。有没有礼包可以开？我也是，看有没有神怪砖，开礼包。荧光梅。哦，我这里有一个礼包，然后我听到怪的声音，好可怕啊！这里，哎呀，里面有什么？里面有什么？多少？我拿木材去烧，会不会很过分？不会啊！他在量产那个再生资源没关系、啊，还带还砖拿来烧。海砖是要怎么？海砖哦，好多东西。就是把九个海苔放满，然后变成海带砖。哦，我拿到一个铁镐站呐、啊。哦哦，现在在量产的，一个废矿只会有一个，那就交给你了，是吧？有机会有两个礼包，什么意思？什么是礼包？哎、欸，我找到那个蜘蛛神怪砖了，我需要帮忙。蜘蛛神怪砖，哎、欸，蓝莓复活了耶！就是那个，他不回的是洞穴蜘蛛的啊！白痴，救人！他有开麦吗？你们在哪里？你们在哪里？没有。没有看到，我听到啾啾啾的声音，但是没有看到你啊，龟龟。没看到龟龟。
你吃到死亡了？我在下面，我在下面。我看到你了。我刚在你旁边，我在你正下方。我来了。出头，嗨，在那边。我需要冲啊！我要怎么帮忙？啊，把干洞穴蜘蛛把那些线打掉。洞穴蜘蛛太毒了吧？真的假的、啊？毒啊！超痛了，而且你没穿装、啊，所以对你来说超痛。没有啊！哇，那你叫我来下水饺哦！想看你死。因为我叫你来把线砍掉，我可以封印，封印那个。水饺。就不知道说什么了。哪里把你当打猎盘？好可怕，那个到处都毒蜘蛛的声音呐、啊！好了，封印了。我有在帮你们做那个什么。那个坐标，大家记坐标吗？蜂蜜可以解毒，记下，大家之后可以带。我刚刚慌慌张张跑过来，我放掉了一个那个宝箱啦，哎呦！你说你放掉了一个礼包，我要回去找宝箱。龟龟，你还记得我刚是从哪里冲过来的吗？我有点记得，从这边。我有点记得哪里？从这个位置，你突然从这个转角转出来的，所以应该上。哎面这边吧，我猜好像是吧。结果，哦，是这里。好，行。蘑菇哎、欸，蘑菇带回去吗？可以啊。你屁啦，上面这里没插火把。哎、欸，那你怎么下来的？哎呦喂啊！哎，好像有啊，找到了，在这里。Oh yeah！ 海底包喽。你看，哦，还怀疑我。你好棒。哦，好多碳哦，动力铁轨命名牌赞呐、啊！命名牌是的，赶快回去把那只猪命名叫做讲出来啊！讲出来！这个白痴弓我可以丢了吧？那个完全白痴弓，看这下面怎么四只啊？白痴弓主，掉在地上的东西会消失吗？会、哦、怪、欸、哦，各位观众会自己不见。五只怪，哎呦，铁轨我们需要挖回去吗？可，如果占空间可以优先丢掉。哇，现阶段要做铁轨是蛮耗体。对啊，就很耗体啊。哦，有铁，有铁，那里有铁。哦耶，来了。我觉得我们是不是可以回去一趟啊？我看到的阳光，应该都满了吧？哦，钻石还没耶。哦，钻石库，钻石可以 ，nice。裸钻吗？对。外哦，礼包。2, 4, 6, 8, 动力铁轨，触发铁轨，动力铁轨，金苹果，荧光莓、欸。你看，有新的羊驼哎，要不要收服？哎、欸，这边有没有毒蜘蛛啊？准备睡觉咯、啊、各位。我怎么觉得这里也有怪砖，生怪砖。妥哎、欸，怎么做？做什么？钻石两颗，有两颗钻石。准备睡觉咯。闹钟哦，闹钟已经快到了。我是那个 Siri。好，我跳了。好的，你们在哪里？哦，先跳。木材坑第二圈。等一下，丢了。好了，好像也是。2:30了，等一下要睡，我明天要上班。你是真的要睡觉的那个睡吗？啊对啊。为什么你要物理上的？要啊，还是要去一下学校啊？虽然不用每天去，又没有学生还要去啊？要啊，你要去办公，要去行政啊？对啊，有什么行政要做？就一些文书处理啊，哎、欸，还有人谁？该不会又是蓝莓吧？啊？哎、欸，你们还没睡完吗？睡觉啦！哎、欸，起来了！你喝口水。哦，嗯，我想要那个羊驼。我还在那个矿坑里到处逛。我也在矿坑里啊。哦，我又看到一个礼包。赞哦！我们现在是原地解散了嘞。各找各吗？在我后面。哎、欸，有个铁链哎、欸，真的、欸，你有没有看到那边有一个礼包？哪里？那边看到了、欸，没有。位置很奇怪，你不觉得吗？嗯，这是个陷阱。对，这是个陷阱。那我就下去。好了，我去找你们了。那个给你开。你们在哪里？我在荧幕里面看吧。哎呦，你们在我下面。
啊，你们好可爱哦，出来采蜂蜜了呀。这个礼包太诡异了吧，这位置。都在。哇，荧光珠哎。这是个陷阱。荧光什么陷阱？荧光梅。对啊，我有荧光梅，我刚刚也有拿到一个。什么叫荧光梅？吃的新的东西。Cool。我哎，有南瓜种子。还有命名牌也又可以吧？讲完了，讲啊，讲出来。妈，又可以把动物命名成自己喜欢的名字啊！不然你们想命名什么？讲啊！什么啊？你又不讲？想命名成什么啊？你讲啊！你怎么管？你开心是怎样？说话忍不住了是不是？哎呦喂！我没有啊，我没有讲话啊。哦、哎，等等，这边太深了，我们是不是该回去了？负四十几了、欸，我觉得我们应该要先回去放一趟了吧。嗯，我还有食物。怎么可以少一个？我还有食物的话，我也还有食物啦。那、嗯、我也还有食物、嗯。然后后面还有一只苦力怕，你有看到吗？嗯，哎、欸，你们回来了。旅行商又回来了。前面还有一个往可以往下跑的地方，他怎么被关起来了？是这边吗？我想要那个咖啡色羊驼啊！现在有岩浆，让我挖一下黑曜石。咖啡色羊驼？什么咖啡色羊驼？这里啊，你看。哎、欸，他怎么了？我要怎么做它才可以变我的？你坐上去啊！你空拳要空拳，要怎么？你要空拳，要空手。OK。对，你就这样上去了。黑曜石怎么炸了？你还好吗？耶！我炸了。哎，你们刚才说的生怪砖就是这里吗？哎、欸，不是、哦，这里一直有，这里一直有僵尸冲出来。我只能挖黑曜石。难道？嗯。Nope， 没有。刚刚有岩浆对不对？我要来丢杂物了。嗯嗯。哦耶，我也是。在我这边啊。啊！等一下，你们回来。挖钢岩。蜜蜂来，蜜蜂来来，蜜蜂来，蜜蜂来。快没用的时间。蜜蜂来来，蜜蜂来。你其实可以做两扇门呢、啊，如果真的怕蜂冲出去的。好，你帮我先关起来一下他们。他们有点失控。刚石头不一样，那边挖进去好像有东西。哪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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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有一只跑出来了？蜜蜂、啊？哪里？蜜蜂。喂，砧板碎岩，砧板岩碎石是不是没有用？没有。丢。哇，明天都要去公司的可怜人要去睡觉了。骨头是不是没有用？骨头。骨头哎、欸，骨头好像有用、啊。骨头有骨头，现在对，好的。先把剑给合在一起，就修耐久度吧。修耐久，对啊，对啊。这里吗？这边石头是长不一样啦，会有东西吗？怎么身上怎么有红石粉？你刚不是挖红石吗？这里吗？哦，不对，是礼包开到的。哦，没有说还是你的队友帮你。哦，什么新东西啊？说这里在哪里啊？挖这里吗？现在好像在哪里啊？我在你们，在你们附近。在那里，在那里，在那里，我看到了，看到了。不是，我说这个岩浆要不要先把它稍微围一下？等一下一个不小心掉下去了。好啊，可以啊。把它塞起来了。怎么了？怎么了？食物吗？食物。好。紫金洞的可能。哎呦！突然有一个。你有挖到白色的，是不是？等蜜蜂跑出来了、欸，哎。发现什么紫金洞？有，我有发现。没有，因为刚刚这边他们说这边的墙，我发现原来他们那个你是这个吗？你发现粪砖会飞出来，特别白的，但是紫金洞的那个。这个没有到很白、啊。乖乖，你可以去帮我拿那个。应该不是吧？花吗？你刚不是从这边走？方块，我要玻璃的方块。哦，这里啊，我身上有，刚好。这里吗？没有，我在下面，我在下面，我要继续挖这下面。我们也蛮强的，我们居然用同一个频道可以这样子对交叉对谈，厉害吧？哦，不是我这种、喔。我挖，哎、欸，地狱门要有几个？还要十个？我挖好了。你挖好了？我挖好了。不挖了，哎、欸。对啊，你我还是可以挖，我可以挖附魔台的。附魔台的我也挖好了。看，那你挖太多了吧？太优秀了吧？那真的是哇，老练哦，资深。请给我荧光石，家里就不用插火把了。那我正要去地狱，等我一下。哇，龟龟繁星领先你三个平行宇宙啊！酷，没事啦，欸、这样子很好啊。
资深玩家在，刚还有一个往下动啊，远征队，对了，你去地狱要找那个了吗？远古遗骸？没有哎、欸，我觉得那个还好哎、欸，因为我们现在钻石量也不够了，哦，没得做，拿垃圾桶。我们钻石不够，远古遗骸好像也没有什么用。用了花两遍激发中五分钟。我们家有羊，应该可以用床炸。嗯，我们有在洞洞里的，那是马吗？嗯、是羊。对。喂。喂。什么声音？哎，刚才变。嗨什么嗨？我换了五分钟的第八声。第八声。对。那为什么不能骑马？可以骑。还有路。这里有路吗？什么骑马？怎么了？晚安，林正，晚安，拜拜。所以我们已经到底了吗？你说呢？往下的是这边吧？刚这个岩浆这边可以往下。往下，往下，往下。有人吸了笑气吗？对。哪里？快走。在上面。好，走。哎呀，走。因为我想要骑马出去。哦，好深啊、哦。哎、欸，到底了。记得有马鞍，我记得有马鞍、啊。我想要去远的地方抓鱼。负十五哎，你要坐船。负十五也太低了吧，快要到基岩了呢。我要坐船被拿走了吗？我都不知道。马身上，在马身上。在这里啊，这里有一个。哦，还有。好。对啊，这个。这里这个，嗯，好。我想要骑马出去。我要把它全部填用水填起来，这一定很壮观。好输呀！不高，他跳不出来。对，笨嘛。那我要坐船出门呢？嗯、应该是要让他触跑，对不对？所以没有地方往下。没有了，应该也没办法再往到太下，因为也快靠近基岩。谢谢。基岩会在哪里啊？啊？负六四。基岩在哪？在多深？哦，负六四啊。对，我竟然听得懂。我要火把呢、欸！你们不是挖了很多矿回来？你要空拳，你要空拳，你要空拳、欸、啊！好了，啊，你现在回去吗？你要火把、哦？为什么我先回去放一趟资源给他们吧？来，为什么按上不去？你要空拳，你要空拳。空拳是怎样？我手不能拿东西。那个发吧，太多人讲话了，救命啊！直接原地开始往上阶梯挖。我怎么下来的？哦、啊，给你了。是，啊，这边有那个没有圈到那个矿啊，矿坑，矿坑、啊。可是我们在矿坑没有记录啊。好了，昨天没有圈到，我成功了。要怎么下来啊 ？Shift。Shift。好，那我可以把它装了吗？拿来。然后你按打开包包，按放上哦，对对对，哦，有了，让火把维持在我们的左边。成功了，我敢记得，我骑马出去了，骑马打仗。啊，是这边吗？是这边吗？这边吗？那个蜘蛛，哎，这边还没探完呢，这边这个矿坑。哦，新的路哎，火把不对，哎，有那个僵尸，不是这边，不是，啊，嗨，有僵尸，哇。屋子的床我用好了，对，你有声音了，哇哇哇，怎么还有？屋子你的床蓝用好了，好的，这有好多僵尸，这边，这里，还有芦苇怎么办？还有芦苇，这边是胡子，这边是胡子那边，你看一下，金晶石，火力霸，火力霸，这里到底了，左边到底了。好讨厌啊！到底了，五分钟了吗？还没。妈的，夹击，好像没了。我先讲。哎、欸，有人把在我身上丢了木炭呢、欸，怎么那么好心？我丢给你了。哎、欸，我掉下来了。谁找得到矿坑？找得到回去的路吗？好想揍人哦！嘿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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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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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到我 ID 了吗？啊，还有那个胡子。哎。这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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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来来。前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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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前方右上角那边有个升官砖。封印他。哇，又是洞穴蜘蛛的，这里面超多洞穴蜘蛛。哇，你后面还有一只，你后面还有一只。哦，我要看到你哦！好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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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爱戴戴戴，不，先吃吧，先吃吧。我这个裸男有个痛，把甜菜，把甜菜。你还可以跟我们活着活这么久，也是蛮屌的。你是天生的野生专家，野外求生专家，野外求生专家。刚那句在讲什么？我来帮他翻译啊，帮他翻译翻译。旁边这里有一个在往下的洞，挖到一半还给我偷生呢，真的，小杂碎，快点封印他！我正在努力的带一只灰色的羊回来。这个矿坑巨耶，看不完。我们现在还有没有封印的蜘蛛砖啊？我们光是这个矿坑，我们就封印了三个神怪砖呢。哎礼包，两个礼包，哦，谁啊？我身上可能装不完了，你们要过来，你们可能要拿一下。嗯，哪里？在哪里呢？你看，你们看到我的 ID 吗？看得到，但是跟你们隔了一面墙。在这里，嗨，在你们封的那个神怪砖的旁边，往下这里就看到了。这里，你装得完吗？没有，我还在附近逛逛。我去这里，哇，好多荧光梅跟动力火鬼，火鬼哇，铁鬼铁鬼，火鬼火鬼，荧光梅，附魔金苹果，附魔金苹果酷哦，荧光火鬼，哇，我的东西满了啦，我要放什么东西回去？剑不用，我来拿，叮叮，那个金苹果给你，好的。让我把烤鸡给刻了。哎，这矿坑还有，哎，我又找到一个，那个蜘蛛的三怪砖，太大了，四个人，这个太大了吧？可是我不知道怎么回去了。哇，你们在哪里？我在胡子这里。胡子记得怎么回去的吗？我还记得，不过这边再走，再走一段，搞不好还会有。我在蜘蛛砖这里。哎，这边到我们刚刚探过的地方了，这边有柴火把。那我们就回去了。你们在哪里？我们回去找小菜菜。是羊头啊，可爱。五分钟到了吧？五分钟到了。五分钟到了吧？对呀、啊。哎、欸，回来了。你们在我下面。涨很多了。矿车我会带走，因为矿车需要五个矿。呱呱，还是我们要出航？嗯、对，我们在下面。出航啊，走啊。你们双载啊。可是我们是要来啦。不用先睡一下。还是我们？哎、欸，对耶，你不是要睡觉了？我觉得往上挖开，暴力过去玩家。然后睡觉，我们就直接阶梯往上挖挖，直接挖走了。哎、欸，龟龟你在哪里？我在你们下面，上来吧。我等一下我身上要不要睡觉了？要不要睡觉了？睡一下，准备断一下。好，睡。There， 断。那我是个巨弱。毒蜘蛛砖可以挖掉，因为毒蜘蛛砖不好做经验塔。是哦，还好啦，蛮好做的。有方法，蜘蛛会立即激动啊，很烦啊。它可以就是扮装上面在前面放一个压力板，哦，压力板啊，地板门，可以上，可以回去了吗？可以，我偷进来看一下。我的，来我这边，来我这边。等一下，我的线还有位置，我多带一些回去好了。哦，压力爆了，怎么爆开了？压力爆开了，为什么？豆腐不是在打鼓励吗？为什么压力爆开了？没有啦，没有没有，家里旁边爆开了，不好意思。哦，蓝莓这边爆开了，嗨，我来了，嗨。等等，我先吃。上面爆开很可怕哦。吃饱。要干嘛？这边还有一个生，还有一个生怪砖在这。缰绳有办法用做的吗？可以，要史莱姆球。哦不，我什么都知道。这里，我因为这是我唯一的专长了。一，我需要缰绳。你这你要旅行商人再来啊？有吗？
到底了，到底了，哎、欸，给你，给你，不是这里吗？哪里？我身上有一个酸绳，丢，好哎、欸，哎、欸，在你后面，在箱子上，完了迷路了，这样子我就可以。哎、欸，在这里啦，靠腰啊，干干干干，救命啊啊！救人救人救人，救狼哦！干干干干，还敢咬还敢咬，咬阿小咬阿小，来，在哪里啊？过来问嘛、欸！左边，左边，往左走。看到了，冲啊！那边有礼包，好多东西，甜菜种子。横扫之刃，你废物！蜂窝是要拿什么？横扫之刃，谁？剪刀。甜菜种子好哎、欸，甜菜种子好哎、欸，甜菜种子要拿。剪刀，但是你不能离它太近哦。哇哇哇！你我就知道了，离太近。你那个是废物。哎、欸，你那个箱子旁边有那个剪那个。玻璃瓶可以踩、哦、还有啊，那边怎么那么大啊？那、啊、你不要太近了啊！完蛋了，那蜜蜂是不是也要死了？巨洞哎、欸，哎、欸，你在哪里？我在很远的地方。什么进洞、哦那？那就没关系，那个死了就没办法、哦。不是我们家的就好。进洞，我是在打到外面的那个，形容一个洞很大的蜂窝。要用剪刀，或是我拿了剪刀啊，但是。蜂窝爆掉了、哦，这边还有。你要用右键哦、喔欸，不是左键哦、喔，是右键哦、喔。没没没，这是这是。对，你应该是按错了。那边没有吗？而且你刚刚捡没有没有捡海带的时候就想跟你讲了，这是吧？这是吗？这是啊，我捡海带的时候是用左键。对啊，因为用左键的东西不是捡海带。哇哦，好危险！剪刀是要捡海草。干两只，差点死亡。继续找看看有没有。没事。哦不，超大的呢。我、哦、怎么说我要去睡了，结果又玩了20分钟。对，怎么办？这个没事，这就是麦块。这边是底、嗯，这边是底，我这边是底了、嗯。你那边呢？底、哦、底底。那、啊、这边、嗯、没路，这边没走过。左右，哎、欸，这边有铁轨。你右，我左。钻石，水要干。哈哈，小 boy。胆小。一颗，两颗，三颗。四颗，哇哦，哇哦，我太靠你了，没问题啦，嘿嘿。还有哎、欸，我这边还有路哎、欸，我、oh. 我刚左转那边继续走还有路哎、欸，太深了吧，真的，这都已经找不到尽头了哎、欸，那个尽？哇，我底下找到一个奇妙的大平台，正常的尽，正常的尽，正常的尽。找不到镜头是找不到哦，不行，我没有食物了，我不能再继续探了，我要去跟你会合。对，我有那个宝箱可以开、欸、啊，怎么都是第一食物缺哦，我做了很多马铃薯。对哦，嗯，哇啊，我救你了，你在哪里？哦，没有、啊，开洞掉下来了。可恶，我已经完蛋了，我们是要先集合。哎、欸，我找到你了，嗨。好了，我有点迷路了。我们要找到胡子，要先给他吃的。胡在哪？我要怎么回去来着？哎、欸，不是这边，负200200吧？是吗？哎、欸，我看到负两百，正两百，那是你们来的地方？是。在哪里啊？胡在哪？胡仔，你在哪？我在最一开始你们封印的那个深柜砖的，哎、欸，是最一开始吗？你们在哪里嘞？我在地洞里面。要怎么把当前的资讯打开来啊？资讯 F3 F3 不是哎 F3 吗、啊、F3 负200200哒哒哒哒，找到胡子吗？找不到胡子，哎、欸，我看到胡子的 ID 了，我被蜘蛛网黏住，我先修了啦，真的不行。晚安。哎、欸，是这边吗？这边对对，这边对。有一个 Enderman， 好可怕哦！哎、欸，我看到你 ID 了，耶！耶！耶！给你一个海带干块，海带干块应该可以撑一段时间。给你鱼，鱼可以撑更久。你怎么会有带鱼？那是我身上。我们怎么想办法回去？往上。怎么办？哎、欸，刚才干块我是直接刻了吗？还是刻了啊？你直接刻了真的？哎、欸，可以吗？快吗？你要分解掉？还没有，还没有，我把它种在墙上了。
我要怎么分解掉？那是那个原木材分解成不同量。哦耶！海带刚刚有够补的有够少哎、欸，可是他吃超快。就是海带啊！哎呀，哎，荧光美，好的，我们走吧。荧光美是干啥用的？吃的啊，吃的吧，我猜。嗯，好，一下坐标。好的，我们要怎么回去嘞？现在不见了。我觉得直接阶梯往上挖了。阶梯往上了，很笑、哦。可是这个石头超难挖了。哎呦，哎呦，这里可以往上。有黄金，有黄金。好、啊，这边有 Enderman 哦。嗯，现在有黄金。哎呦，怎么了？那边有一群。那边还有 Enderman 哦。哎呦，好，要给我们两个穿铁的。去吧。那我来这边挖黄金，哈哈。哦，那怎么有一洞？那你这里什么？白痴！哎，怎么了？哦，有人做到 Enderman 吗？右边有一只弓箭手。废弃村庄耶！狐狸吧！怎么有一个人在那边乱跑？僵尸。你是谁？还有一只，还有一只。好。所以怎么出现一个人？他谁？谁是谁？孙敏啊。会打你吗？这个他有穿衣服。他是商人。不是啊，是吗？他是商人。哦，是哎、欸。这边有峡谷喽。是商人。哦哟喂，干什么？你怎么全身插满剑？没礼貌。然后胡子去哪？没礼貌。没礼貌，我在后面，刚刚你们看到 Enderman 的那边，我刚刚在坦伤害啊，完了，哇，胡子不见了，哎，我在你们后面，哪里？我跟着火把，嗨，有了，哎，那我们接下来要往哪走？想办法往上，叽叽啾啾的，我的东西又吃完了，谁可以施舍给我一点好吃的？叽叽啾啾，刚刚那个吃完了，叽叽啾啾，走吧，我吃海苔干。好，怎么走？对，我们要找原路吗？原路的话应该不是这边。要找原路吗？我觉得现在想办法往上。我们只要往上就可以了吧？嗯，还是这边有，还是这里有个峡谷，我们就直接往上叠。我刚也在想，要吗？吗？你们怎么看？我觉得 OK 啊。应该不会衰到等一下往上挖一挖，然后就挖到海里面吧？那还好，挖到岩浆会比较可怕，会团团灌下来。我刚就是那样子，还好我都填得很快。怎么填得很快？填得很快。好，就开挖吧。你们掉下来了。哎。怎么那么多蜘蛛的声音啊？这边一定有蜘蛛城怪钻，绝对是。那我就从这边阶梯往上挖了吗？还是？哦，反正我们已经没打算造原路了。哦。沙子。但我觉得这张资源好像也没很多哎、欸。我只有17颗钻，不是17颗铁，一颗钻。17颗钻，那你发大财。哇！哎呀，不怎么了？你眼掉下来砸到头。我去看看是不是神怪爪吗？你看在哪里啊？哇，我们在负一啊！我的天，挖了多久嘞？负一。没事，我刚才是这样回去的。我从负53，肚子爆了。我的东西爆了，我的搞爆了。你这趟铁怎么样？多吗？我来看一下。你们，我很多都烧掉了、欸。我21个铁，哦，蛮多的。我身上总共有44个，烧的跟还没烧的。哦，好强啊、哦！我才17个哎、欸，为什么这么？可是你有钻石啊？有吗？一颗而已，他不止啊。哈，我8颗，那，哎、欸。
要不要登出一下？嗯，拿动力铁轨打人。好啊，好登。睡觉喽。我先上台，再登。三、二、谁？哪里没有？回来吗？不知道。回来吗？白天了，白天了。Go。没有人死亡。龟龟又被警察带走了。哦，龟龟哦。嗯。你那个稿子还可以吗？还行啊。喂，放下。你就教我，要耗我装备耐久。你身上是很满是不是？你的东西都塌了，我已经破破烂烂了。他的东西都掉到我身上。我身上全满了，难怪。哇！我刚刚只是转个身，幻冒出了下面的火把全部冲完。什么火把？没关系，我们不会再走这边了、啊。也真好多鱼哦！听到怪物的声音啦！二三嘞，二三嘞，我们已经一半了，一半了。我听到，哇，在左边好近。不知道会不会挖到又挖到另外一个废矿啊？好大声！哦，出现了，挖穿了，挖穿了，一定是个洞。直接来，直接来一只推你！哎呦，上不来哈，笑他，哈哈。哎、欸，是一个洞哎、欸，我们要忽略这个洞吗？嗯，先回去好了。嗯，我身上也满了。还是我们看一眼，就一眼。嗯，不要看看有没有断。一眼瞬间。不有断层，我只想看有没有铁而已。算了，下面苦力怕我放弃。我不想，我不想处理它。不然那个、啊，就是胡子继续挖这一条，然后我们、欸好啊、没被铁。啊没被铁桶敲过是不是啊？没啊。我赶快去找只猫。嘣！那杀兔子好大、哦，不大、哦、还是算了吧。好大、哦，就你们就是把墙上看得到的把它挖一挖，我就继续往下开。换个两眼就好。好、哦。我有铁。哇，超大的。那我们等一下可以那个啊，就是照胡子这条路下来。就来这边对不对？对啊。哎，左哎，我看到铁了哎，可是好难过去哦，好难过、哦。这是什么菜哦？这地形也太乱了吧！啊，没东西。胡子在哪里、啊？挖完，我就标铁了。哎，不是这里，胡子在哪里啊？啊，就在刚刚。出来那个地方、啊，在墙上啊！这里啊，跟我多插几个火把，展示一下，在里面摆个栅栏。哦，出现了，是铁。嗯，现在知道位置了，这里摆个栅栏。回家路上都能挖到铁，真棒！嗯，真棒。嗯。嗯嗯，谁把这个这阶给挖了、啊？不是我，我没有动，我没有动，我也没有，我有动。哦、oh. ，四十六了，四十六来了，二十六，恭喜！就应该也不会那个吧，也不会挖到台了，真棒！哎、欸，我们会不会从自己？那个家里的下面挖出来，刚才就是这样，是从我们田下面出来，很困扰，差点把我的农田给拆了。我们知道那边刚刚那个时候重见天日，挖到那个蓝蓝的一片天空的时候，有多么的高兴。我刚刚也有挖到不少铁，又多了十几个，现在身上有四十六个铁了，不错。做一套铁装要耗多少铁？八加七加上五加上二还二十五？哎，你在这里哦。二十，
所以是八七四二十四土二十四个，挖到土啦！挖土啊！挖土机，挖到土就已经低。哦，我挖到草皮了，出重见天日啦！哎、欸，杉木哎、欸，杉木哎、欸，这个杉木地形是有机会潜到湖里的耶。带一些杉木树苗回去。也没过，不好，先湖里哦，这里一定有湖里。等一下，我要这边挖那个杉木树苗。这里是哪里？我找狐狸。这里有莓果，一定有狐狸。哇，这什么地方啊？哎、嗯、呀，挖点莓果回去种。莓果可以带回来种。我们看不到家里啊。挖一些莓果回去。啊，我们到底挖到哪里去了？我们在负365/87。牵狐狸就很轻松了。那个。牧场要不要再大一点？看你啊，农地要不要再大一点？可以啊，你弄啊，我们加泥土。加莫桑银啊，机车。你这边就是看要多大都可以啊，我这边只是因为他这边可以加速。你们找一下看要往哪个方向回家，我在这边挖一些杉木树苗回去。怎么弄呢？那边有瓦塔咩？有够高，八克了。杉木是很好用的。哎、欸，我这边好像已经都可以收成了。马铃薯。我们回去方向是哪里啊？怎么办？没有地图，没有那个风，等风靠。你们在哪里？我在你头上。我在刚出来的那个地方挖木头，我看到两根石棒。这里一定有狐狸，因为我看到那个羽毛在地上飘了。你是被狐狸咬死的鸡。嗯，可是我现在牵不回去。这边的马铃薯长很快哦，哈哈。对啊，烦死了。我看一下要怎么走，从这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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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是负200/200哦。对，负200/200。哈哈，我又拿了一堆马铃薯。马铃薯大户。这里，往这边。哎、欸，对，哎、欸，马铃薯大户，你一次都买499是不是？没那么多了，大概30而已。30什么都。其实那个蜜蜂屋可以再扩大啦，就会再更多一点马铃薯一起整。胡子你在哪？我在你们附近呢、啊，我在那个石棒那边。不在后面，他后面。我在收集杉木树苗，等他带回去4棵种一起、哦，那个木材收集的效率很高。哦、但是你附近那个地要。控制一下哦，对，会烂掉，很丑。没事，我到稍微远一点的地方去。哎、欸，你要杉木的话，其实家里右后方就是了。哦，真的吗？对啊。好，那走吧，我们要怎么回家？这里，这个方向。哪里？那里。还是我们其实就在家里右后方，没有很远。太棒了，这边直走。不用吗？跟我来。好像蛮近的。是不是看到了？吗？我们也没有从多远的地方开挖啊。对，阿进，什么阿进？阿进今天推荐我玩一个好有趣的游戏哦。叫什么？叫什么？枪火重生。好。哦，那个好玩。那个我也玩。那蛮好玩的。蛮好玩的，那个就有点像是第一人称射击版的《暗黑破坏神》。哦，黑白羊。啊，我什么？你们不见了？我是跟着龟，然后龟也跟着我，我们两个真的互相。回头了。太知道。这里。哦，对。我在跟着胡子，结果我发现胡子也在跟着我，然后我们两个绕圈圈。早安，工程上有羊哎、欸。没、欸。有了，看到火把了，耶！我们回来了，用护身险队回来，来找我一下，回来，来丢食物喽。人呢？哦，终于回来了！哎呦喂，
哎，楼上。担心如果我到海上去铺一块泥土地，然后在那边种那个杉木的话，可以耶。Yeah, 那我就这么办。感谢你，耶耶耶，吃饱饱。我下一个白天再回家。好，你那一只很鸡掰的东西。旅行商人怎么在这边？第三只了吧，还第二只？因为他的骆驼在这里。植物了，这边这边。嗯、抽我骆驼，枯叶还带。要种甜菜种子吗？我种一个。我有莓果哎、欸。莓果要种天花板，啊，你们种那个、哦、莓果。大家不要动，大家不要种天花板。天花板。荧、光莓啦，荧光莓。Yes， 是我。青金石，我们家里东西好乱呐、啊，我们家。要睡觉跟我说、哦。好的。嗯，怎么有旗子？那个啊，不箱子那个。我把莓果放在箱子里面了、哦。该睡觉了吗？南瓜种子，我来了。要怎么哇？睡觉。哇、哦，好多东西在烧。没，睡觉。进来困了。哎，我的床黑色的，酷哦。现在有灰色的羊了。天亮了对啊，提醒一下，《枪火重生》是台湾以西的公司的游戏哦。台湾以西，西台湾做的游戏。以西，以西，东南西。嗯，听过爱西。东南西北的西，还是巨绿以西？煤炭要放哪？煤炭放那个好了。你们都放着，我来整理。哇，你有好味。太棒了，太犀利了！我们有自动分类，很需要这句话，很需要这句话。你是我们的女神，我们的自动分类机。嗯。好了，我要去海上做那个我们的伐木场。伐木场，耶、yeah ！哦，42根线。嗯，哒哒哒哒哒。哇，我要来悠闲钓个鱼。我也是，我的感测铁轨跟动力铁轨都放进去了，触发铁轨。这个树看起来怎么这么神奇？哦，这里是重生点哦。烧一下铁。嗯，哒啦哒啦。这边是海带场，所以我可以把我们的那个海上的树木场盖在这里吗？嗯，可以吧，盖远一点。你上来。嗯，海上伐木场。钓鱼的话要用这个，然后我要怎么知道我现在离重生点够不够远啊？等一下，我盖了一个大树出来，你不能挖，很好笑。钓竿怎么做？两个线，三个木棒。你就是用线跟木棒排成看起来像是钓竿的那样子。就过来，棍子摆斜的。哎，有猫咪耶。哦，引到引到，我看你有鱼吗？你有鱼吗？你有鱼吗？我这里够远了吗？这我引回来，我有鱼吗？那我以为你用绳子牵回来的。没有啦，绳子在那嘎拉米身上啊。你现在是不是需要生的鱼？我受不了。直接看一个合成，但是我放到已经巡抚了，已经巡抚啦。哦，我钻石马凯，喵喵，不用，哎，不用睡觉了，也没三棍木棒摆谁的？谁骗我？对，然后不睡觉就把房间的猫放出来。我远远的看到一个有点蓝蓝绿绿的矿，是什么矿？蓝蓝绿绿。蓝蓝绿绿，橘橘绿绿的话是铜矿。
我想你是看到墙上的藤蔓了吧？哦，有可能哦。嗯，河豚呢？钓鱼有机会钓到什么很稀有的吗？有啊，附魔书啊。附魔台，不，附魔书，对不起。哇，附魔台有点强哎。给你玩。藤蔓，藤蔓可以干嘛吗？玩什么？爬。哎、欸，你可以钓那个啊，命名牌，然后把家里的猪证明、啊。这边是重生点。这边可不可以盖一个悠闲高一点的钓鱼台吗？对啊，我都会这样子。嗯，不行。铁蛋，后面中。哎、欸，又见又见又见、欸。哦，好可爱哦，这也是新东西哦。哇，你是村庄偷来的是不是？1.13吧。那你连哪一个版本都记得？我说八，我不确定，因为一二跟一三是改最多的东西。那、啊、怎么办？我妈怎么盖那个？嗯，钓鱼台吗？对，小钓鱼台。自动钓鱼台现在不是没了吗？有啊，哦，只是效率不好而已。自动钓鱼台现在有吗？效率不好而已。啊，差几啊？评价差几？有没有什么其他看钓那个饵有没有上钩的方式？没有，就是要看那个。惯性光那个被改掉了，只能盯着啊。对啊。那、啊、如果错过了、欸，就错过，还是有下一个会来找你。哪里怪怪的？缘分就是这么的神奇。那好像不能离太远，是不是？嗯。那我的下一个什么时候会来？畜牧场要盖多大啊？啊？嗯，就是我要在那边种那个大型的杉树的话，要盖多大比较好啊？你要盖群落、哦？就是一棵的话，一棵的话2×2就好了，不是吗？啊？可是我们在那边挖木头，它会往外面喷啊。哦，掉到水，掉到个水平。2×2，那就5×5啊。嗯，我4×4或6×6。好的。对。要到个水平，那个是垃圾，可以酿造哦。哎、欸，对，哦、地狱开始给你的蜂蜜就是这样装。地狱改版你没过去玩过哈、嗯？没有。好、啊，那我没 key。要带金头盔去哦。然后加个金装就好。嗯。好啊。别人的探险已经够了。心累了，我们现在需要休悠哉。我们之后需要大量的产，大量的产羊毛出来。嗯、床炸吗？嗯？你用床去炸地狱是吗？不是，什么那什么东西？啊？现在地狱最新的那个挖矿法？没有啊，要盖运动场。咦？然后五连右色，五连。你可以看看我们旁边那个农场。嗯，是说你也太狂了吧？你居然要用生存模式来开运动场吗？耶、yeah, ，嗯，这样才有继续玩下去的动力，还有毅力。没事啊，不会太难，嗯、我想。西瓜长出来了。嗯？你说要给我什么？但太高了，丢不到。尝试丢看看。烤鸡。烧玻璃。没沙子了，我怎么挖沙子？好像也太难开了吧！你这样丢会不会丢到水里？掉下来。哦。真的是。钓竿不是可以把人钓下来吗？可以啊。可以啊。你要玩哦。没有。哦，这个版本的漂浮物也可以勾。哦，这么屌。对啊。应该说前两个版本啊，就海洋版本，你看啊，这干嘛？嗯，等下浮起来，对，等下浮起来。嗯，你看哦，你上钩了。啊，你看哦，嗯，你看哦，有过来，
酷啊，莫非是铁矿？你在我后面钓鱼啊？我踩在你的船上钓鱼，可以哦。我动你不会掉下去吗？会会。哎、欸，谁把我勾下来？Nice。会。耶、yeah, ，我的大神木。哇，真的是大神木哎、欸。对啊。他好像圣诞树哦。他就是杉木的啊。哦。那是四颗该一起。对，四颗种在一起会长成那样，没错、啊。但它的缺点就是土会什么东西烂掉，变成浮土，土会烂掉。嗯，那浮土变成干嘛？就装饰啊。哦，谢咯，好悠闲哦，钓鱼。嗯，你看，我们可以在线上群聚哎。我刚掉到骨头了，好像被豆腐吸走，刚好它可以吸到骨头。刚好啊，一下掉骨头，一下掉棍子，这些东西到底怎么咬钩子啊？当我白痴是不是？我看到了，现在全部有个智商吗？智障。骨头到底怎么掉上钩的啦？嗯，我有河豚呢。嗯，你河豚怎么掉我身上？嗯，哎、欸，这里啊，嘿嘿，可能知道你想吃河豚了、啊。干骨头，还敢笑我？好饿哦，好饿哦，一点了。我跟你讲，我等一下一定去吃东西，然后我会传给你看。传给我就点。嗯。我怎么听到一个奇怪的声音？摩托车，对不起。车子开过去。我以为是什么？我以为是什么？怎么怪的声音？不是，就是那个什么中介的门的声音还是什么？我东西好像一直飞到你身上，好黑好黑，我的天，快要天黑了，我掉最后一只就回去睡觉吧。好，干，你们是河豚妈蛋哎、欸，河豚不好吗？可以盖上下铺啊。哇，这么久，这个一棵杉树就是直接一组木头，好爽啊。对啊，最喜欢挖这种。效率木，嗯，好困哦，来困啊，困哦，怎么啦？为什么有弓箭插在床上的声音？哦，猫咪在叫了，猫咪在叫了，夜妹下不来，猫嘶嘶声，对啊，对啊，猫咪会嘶它，夜妹正刺。好饿哦。猫咪撕的有效范围是多远、啊、我记得可以撕蛮远。哦，被我遗忘的那只龙猿，怎么？对，在哪里？哦，你是说那个就是那条上来的路下面的那个龙猿哦？我有猫在嘶嘶声。你不知道我的头上是不是有夜妹？你没看到猫吗？啊嗯、有，但是怎么会有？我带回来的、啊。哦，谁带回夜妹？那只龙猿应该是在这个海底附近吧？拿到碗，妈的！是哦，就要用铁桶装吗？所以这边就有是不是？对啊，铁桶就可以了。应该是在田附近这里，哎、欸，不是，哎、欸，哪里？这里吧。田、哦、对对对对，田附近。哎、欸，谁把我的矿坑那条路埋起来了？是这一条吧？哎、欸，我怎么在到处闪现啊，我是不是那个啊？你是卡啦、啊？啊，你是？哎、欸，不对啊。对，在这附近。会长怎样啊？长怎样？它就是龙源啊，就是龙源，对啊，就是龙源啊。现在没看到哎、欸，它会生在阴暗处，然后坐标在64以下啊，63以下。换个眼，嗯，这附近吧。它一定会一直在吗？不会，它会乱游。对，哇，它很皮、喔，那有可能已经不见了。哦，旁边那个是你的洞哦。你为什么可以觉得那很困扰、啊啊？我就把它填起来。你 W 按着加 Ctrl 啊。啊，你带门啊、哦，不然你怎么可以在水里待这么久？你说我吗？不是我吗？我一直有换气啊。我没带门啊，我有换气啊。那我们还找得到那个龙源吗？你要感觉偏难呢、欸。我想去地底
挖一个水，让熔岩生在那边。不然我再从那条路下去看看，看有没有那个熔岩生的声音。在哪里呀、啊？我想跟你去玩。这附近，这附近，这里，这里，这里。你在干嘛？你先浮到水上来找我。我在挖木头。你看起来浮到水上，然后到刚刚那个凹痕，对对对对，然后我们从这里、从这里下去。爆掉了。哦。哎呦。就是，刚刚在这附近听到的，这样子。这里有一个大峡谷哎、欸。我怎么背？有没有什么好东西呢？我们还没看过大峡谷吗？这个大峡谷还没看。好像没有熔岩生了。你要不要跟我去？我下来哦，我在这边等那个树苗爆开。崩嘎！没有熔岩生了。我要去弄个铁的，我真的快东西快烂死，一直坏掉。蝙蝠身，哇，可惜了，没有熔岩了，消失了。QQ， 消失的熔岩兽。地板门嘎吱作响。哦，我在弄那个啊，不然你等下水流不好走上来。哦、这样啊。哦。好诶、欸。你怎么办？我怎么办？就这样啊。哇，有分类了，太棒了、哦。为什么我身上会有一颗附魔金苹果？附魔？是他丢的吧？还是谁？刚、不是有去？那个是胡胡子开到那个附魔金苹果。哎、白痴哦、喔，菜渣起来。快点，那有突袭了，没有完啊？有突袭啦！有突袭会怎样？谢谢你打架、啊，木头木头，哎呦喂，打架吗？来，哪一方面打架？那边打架，哪里？那边那边，回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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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这边这边，树林里面，树林里面有看到人？木头没有？哪里？我准备好我的斧头了，要杀他吗？啊？他会揍我吗？他会啊。他在揍你吗？没有在揍我啊，没有，因为刚刚他先打那个豆腐了，所以仇恨他跟不打他会怎么样？这个不是突袭吧？这只是那个有什么有击者吗？叫什么来着？强盗？那叫猎人吧？不是啦，他就是如果我们家有那个判定是，难道不祥旗？不祥旗？哦，原来有哎、欸，对吧、啊？那我也拿到那个。很丑的那个对，那个负面效果了，很丑的旗帜。那这个如果你靠近有效村庄的话，就会发生触发突袭。哎呦呀，那触发以后会怎样？这头是分两个吗？很多怪过来，就在玩守塔、啊。哦，他好像会有五波还是几波，而且会有很屌的怪。要看你的难度决定。好凶！为什么会有钻石的嘛？啊，我钻石嘛，就马凯而已啊。他们会有员工跟近战的、哦，还有劫回兽。对啊，还有一只大骑士，然后还有那个会召唤一堆小飞天妖怪的那个。那什么听起来很有趣的？好像是那个是什么魔导士吗？好像是魔导士，幻魔之类的。哎，幻魔的，好可爱哦，有那个板子、啊。对了，现在有灰羊毛了，可以做灰色的床了。耶、yeah. 欸！哎，我发现我们家屋顶可以钓鱼耶！ Yeah.可是应该是掉垃圾吧？可它不就是一个几率问题而已吗？那个你深度要有五格高，还可以掉到好东西。对啊。好，再见了，屋顶废物。五格还三格，反正这个水域只能掉到鱼跟垃圾而已，不会掉到宝。我要去大峡谷。嗯，对我掉到腐肉了，妈的。有鱼跟垃圾。对啊。我从瀑布掉下去会死吗？哇，熔岩没了，看你会不会游泳。那个熔岩超级可爱的哦。蓝莓，你还在吗？嗯，还在分类吧？嗯，没有，我在弄那个床。熔岩，哎，这里有一个，我们这个海底有机会找到熔岩。对，可以自己挖一个那个啊。你们要熔岩吗？圆，熔岩，熔岩，嗯，海中小生物，熔岩。那我去熔岩也可以啊，可以在家里旁边做一个熔岩池当垃圾桶。这里有我这里有找到熔岩了，哎，好了，但是要掉下去。在水底听到猫叫声是不是怪怪的？
他可能是新生物。扣血啦！嗯，我想牵狐狸回来哦。为什么会有毒马铃薯？是怎么回事？有收成马铃薯，有低几率收成到毒马铃薯。不是，重点是谁把它放到龙屋里面？还是他在那边发芽了？应该是哦。不小心撞。那个憋气的量好少。海猫吗？有的鱼叫海鱼啊，就是鲶鱼啊。哎呦，吓死我了！猫鱼啦。蔡大现在印象中还有什么生物啊？有没有什么？应该有很多是你不知道的生物。海洋就一大堆他不知道的啦。真的。对啊。我上一次最后一次玩的记忆是在我们去攻打海底的深海遗迹啊，深海守卫吗？对，就那一次版本而已。那个时候是在大墩工作室那边吗？那个时候我有玩吗？嗯，好像是那时候还不认识你，还没有没有，对，很早，对，天哪，对啊，很久没玩，那时候阿靖还没露脸，哇，这样讲多早，你知道了吧？哇，已经找到我没有概念了。对啊，阿靖还没露脸，那时候还是100，嗯，是吗？龟龟那个时候就这么奇怪吗？那时候还没认识龟龟。你知道多久之前了吗？那时候认识了吧？还没啊，还蛮早的。海豚可以装吗？海豚不行。那海豚不行，墨鱼可以吗？墨鱼不行，海豚想装它，听起来你可以把它想办法用钓竿勾回我们家。欸，我破毒，欸，看到是海豚的嘴里的熔岩之类的。哦，还没读到图。对啊，欸，不是，欸，这是什么东西？我去看发亮的砖头，欸，哎，会发亮砖头。哦，你说的那个是它会烧，欸，熔岩块，熔岩块啊，它会把东西往下吸，所以可以坐水电梯。你按虚不得，欸，我被往下吸了。对，它可以让你在水里面换气。啊，另外一个东西灵魂沙的话会帮你往上推。你是不是想害死它？所以如果我只要游到那边就可以换气了。对。那我刚刚为什么够血？而且会有僵尸呻吟声。海豚会带你找到宝藏。我被吸下去要怎么？虚不得。哦，虚浮特是踩上去不会痛。这个熔岩摆成这样是不是有？你说有个，跟你讲说箭头那个地方就是有宝物。对对对对，你怎么知道？我因为我在看你的台，然后在想说，对啊，箭头，它直接是一个箭头，哎，对啊，而且很像 WiFi 的图案。欸，那边也有一个箭头，哎，啊，那就是 One Piece。哎，欸，不是，那个垃圾桶不能放在离物质那么近的地方啊，那个粒子如果掉出来的话，物质会烧起来，啊。哦，不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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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吗？对，我之前以为是粒子效果，他说不是，那是要是岩浆附近范围多少格？但我记得是几格内都会。对，哎，是我看他好像在烧什么东西，他是在烧什么东西？他没有，我也有熔岩呢，欸。那边本来就不知道什么东西一直会烧，你可以收掉了，因为我那时候在找垃圾桶，现在找到这个了，就。还 OK， 我是到底要掉几个碗啊？哎，欸，那这样还要龙眼吗？你也可以带回来啊，因为它可以烧，可以烧100个东西吧。哇，我游太远了，我要回去了。好了，我带回来了。我要先睡觉了啊。龙眼也可以用那个锅釜来装，就是现在可以那个无限产龙眼了，蹲下就不会受伤了。为什么？什么？是哦。哇，死了，差点死，欸，那我要龙岩交给你。我？你不是说你要做无限龙岩？来啊！哇，剩一滴血，你怎么那么会游泳？尾刀就是现在咯，欸，再看你的台。睡觉喽。哦，再剩一滴血。滴，欸，我啊，你试试看。你在哪里？你试试看啊。你会怕哦，会怕就好了，会怕就好了。射他啦，我已经把猫移开了。妈的！我这个彩子猫猫咪长得好恐怖哦。嗯哦。我还有，我还有个烤鱼，还有
食物，世界古猫，发食物喽，食物，也吃面包，来发食物哦，面包，马铃薯，这个可以吃哦，可以，这是盖的。哇，我的蜜蜂他们好快乐哦，所以有谁要拿食物的吗？入侵用词，我还好。哇哦，哇，很可爱吧他们。哇，好可爱啊。哇哦，然后屁屁屁屁的粉。哇哦，哇，我觉得可以再扩建。对啊，然后他那个已经可以收成了嘛，林叔，进去收集。你要进来吗？可以进来，你可以进来被蜜蜂环绕。那有谁要拿食物的？我没有。小心不要打到他哦，他会攻击你哦。好，所以在收集的时候要稍微小心。这是什么？其实可以晚上的时候来收成，这样子、这个、他们就都很吵。仙人掌。耶！我知道，我知道，我是说他刚丢给我的，就是那个、海带干块、啊。耶！耶！好吧，然后这边、这边就是可以放那个蜂蜜的。看、现在钓到好东西啊！线上群聚。但是这个要隔着玻璃，好像还是会被遮，我不知道什么。他生气了，他生气了。对啊，超好笑，还生气暴怒。不是，我记得在下面放那个。没有，我们刚刚就有讲啊。哦。但是放萤火，不知道为什么他就不回家啦。对，但是之前明明就可以回家。对啊。现在没办法钓鱼哦，不是不是不是、自动钓鱼啊。可以，效率会很差。然后钓到像以前一个晚上就全破游戏了这样。对，一晚破台，一晚致富。那没办法。那现在是那现在要多几万？一万、哦。现在我觉得你挂两个星期可能是没办法哦。你挂一整晚可能不到一个箱子的量吧。哦。你挂一整晚，可能不如自己钓一个小时。对，而且一些很就是那些比较高级的东西，好像都不会出来了。嗯啊，那我们先回去那个版本，经验修补啊啥的。但经验修补真的是大奖中的大奖。对啊，我记得那次，那对啦，那次是我跟你在那个大人工作室那边玩嘛。还有龟龟，然后鱼竿。对啊。然后我记得我最后的印象是你那边盖那个浮尸塔，嗯，哦，那时候可以盖好多东西哦。没有，今天修补靠村民养就好了，关系、啊、对啦，就用那个、找村民，然后那个找可以交易的来交易就好，弄个交易所。我找到那个废弃村庄，啊，那可以啊，那我们就来弄个交易所。很远，要渡海。废弃的有村民吗？还要把村民运来。他那边是必定出村民僵尸。村民僵尸、对，要不要跟我去？然后把他救活之后会给你折扣，所以其实废弃的也不错、那个僵尸村民可以进化他。那边有一个大峡谷。好啊。那等一下，我整装一下。哎呦，差点下戏。什么？什么？没有，我现在回收没有东西。空干，他现在好像会拉空干，就有经验。我刚太慢拉了。这种斜斜的峡谷真困扰。那鞋子到底想怎样啊？啊，还是我先盖附魔台出来。我有钻石，你要吗？好啊，我去弄个，我弄一个铁桶哦，因为铁现在是珍稀资源，所以要特别说明。你铜明明也能做桶，为什么不只能只给我们弄个铜桶？不然铜很废、欸，铜真的很烂呐、铜桶要看到什么？铜还会生锈，真是废物。你可以给它上蜡啊！干，还掉到荷叶？我有钻。那里有一只苦力怕、问一下，这游戏没有熊对吧？没有，有北极熊，有北极熊跟熊猫。北极熊啊，熊猫也是新的，对，要去找丛林。可爱哟、它会流鼻涕，会跑出史莱姆。喂，哇，
而且有熊猫的话，有竹子，有竹子可以弄那个音架，盖东西也比较方便。对啊，哦，真的音架超棒，音架真的是超赞，这个真的是。我们要盖它是版本福音架，对，它是麦块数一数二的发明家。他给我失误了，我很多了。在下线前，我在下线前把失误弄好，我就可以下线了。嗯，二楼附魔台自己去玩吧。好的，他现在还没满，对不对？哎，还是你已经盖满了？没有满，怎么可能满啦？那缺牛皮跟偷书柜。对啊，去村庄找书柜偷。经验要多少？经验现在村庄的书柜变超少了吗？变只有一跟三，那个一跟三而已、啊。你可以来玩。你现在不是30等？不，等级要30才可以那个、啊。没有没有没有附魔。对，他附魔决你。是你放的书柜决定附魔的品质。哦，嗯，以前都去村庄偷书柜，可是现在村庄的书柜也不好偷了。哦，那个洞是谁放的啦？还有跳下去。嗯，对，村庄的书柜很难偷。笑死。嗯，太渣坏坏。不是啊，那个洞是，那是洞是矿坑小洞吗？太渣矿坑小洞。是矿坑的洞。让人很困扰的洞。哎，你看我的都市传说，帅气钓鱼吧，高几率出宝。妈，你当手游玩？看好了，那边有一个那个，很想要下去一下。这太小、啊，荷叶钓鱼吧？哪来的？钓鱼钓到的。钓鱼可以钓荷叶？可以啊，它也算是垃圾。要半线钩啊。欸半线钩可以，还不错吧？嗯，它归类在垃圾啊，我不知道它怎么归类的。它归类在垃圾，还有机会钓到十个墨囊，也是垃圾。对啊，垃圾。所以我们现在有胡萝卜吗？好像没有。没有，要打僵尸啊！可是都睡着了，没有办法打。要找村庄。那我不要睡啦，不要睡了。我等下不睡觉。打僵尸不睡觉。你们养猪是不是？反正我，喂，附魔钓竿，干你啊，废物！耐久一哦，没有消失诅咒，没差、哦，更废，让自己怎么了？给你父母要干好东西，耶、yeah, ！送你生日快乐，不用客气。嗯，我当什么？鹦鹉，鹦鹉螺壳哦，可以做那个、啊、海洋之心。其实我们在这附近应该是有那个吧，深海神殿吧。我有稍微绕一下，没看到。哦啊，对啊，就绕一绕，发现村民。因为我如何做那个什么海灵核心？对啊，蝙蝠会攻击人吗？不会。我要被蝙蝠是最无害的生物。附魔钓竿有机会拿到比较好的。有啊。要看是什么附魔，像是诅咒那是非物例外。哎，苦力怕，所以我可以附魔钓竿，可以。嗯，好来。那你要进去，你说那个是大峡谷还是那个洞？大峡谷，你要不要来？有点恐怖。我们去看看，欸、要带什么东西才能附魔？嗯，我旁边有放箱子，你里面拿就好。好可怕、啊，救命啊！附魔，苦力怕虎视眈眈。附魔一直都要听金石，不是啊？没有，附魔是后面才改要那个的。你在哪里？哎、欸，可是你那时候玩就有了啊。哎、欸，看不到技能等级是什麼、看不到技能是什么意思？太难忘记啊！你应该只看得到它上面写什么？看一下你的牌。我们一直都没，好像没有。一个没有东西，第二个是耐久一问号，第三个是也是没有东西。哦，显示 bug， 没有显示 bug， 它现在是碰到显示 bug， 因为只会看到第一个技能而已啊，至少会看到一个技能。而且不能按啊！为什么你不能按？不知道，只有第二个可以按。哦，所以只能附可爱的鸟在叫。只能附你看得到的。哎，真的哎，只能附我看得到的，为什么？辉哥，有点耐久一了，好弱。没事啊。书柜不够吗？要久一点。可是就是要皮革啊。对啊。对啊。要杀牛牛。你呀、啊，牛牛，今天上班洗澡睡觉，大家晚安，晚安，大家晚安，晚安。
我们是不是要睡觉？啊，三十等才能付。付什么？没有啦，那个满配要才要三十。哦，我们现在只是标配而已。了，晚上了，先睡一下，等一下再去。没有要睡啦，要僵尸吗？要胡萝卜？啊，你们没有要睡了是不是？对，要繁殖猪啊。好的，放你在哪里？我在这里过那个桥。哦，看到了。哦，我也掉荷叶了，哼，看我们要挑战夜战了。你也可以用了都市传说荷叶钓鱼法了吗？那里有一些山壁上的洞洞，想说要不要进去探探？完蛋了，哪里啊？我做一件很白痴的事情，在这里。我的荷叶离这个重生点太近了，你看我的荷叶。我可以帮你打掉，我好像可以。有你管理员才可以啊！一下在这边，哇！在这边，我等下就在这边钓。那里准备回家打僵尸。九，小心哦！我们现在在这个时间点来这边是非常死生火热吗？我要来揍人。耶！要打僵尸才会掉萝卜。两只苦力法，射他。没有，没得射。萝卜我都穿，但是我都穿铁装了。东西，哈哈。我们都穿铁装了，回家也拿一个好东西。哎，不对啊，帮你，我跟你是裸体耶，可以的。对啊，我们拿剑的，我们是不是有点危险啊？铁装的一定要那个。可是他们也在搞事啊，那我们要干嘛？不如我们去吸哪里有僵尸？好像也是哈，家里附近应该不会生，可能要去点地方。有点想睡觉了。晚安。这里有只蜘蛛，我们先睡觉好了。要睡了。蜘蛛。对呀，累了。蜘蛛。晚安。好，要失眠。晚安。好的，那我就先睡觉了呀。手机都会开着的，你们没事，没事可以玩。真的好。对呀，手机会开着，拜拜。拜拜。拜拜。嗯，为什么没有僵尸？抓僵尸呢？还这么火把，差太亮了。我们去远一点地方。去远一点的地方。嗯，好，出发了。看我来啦！哎，看不会吧？我已经把我的明细传给你了，你等下就点个意思一下，跟我点差不多钱就好了。妈的，我说他如果来，我就陪他点宵夜。你还没登录游戏都不算啦。而且很好，鸡掰。而且你知道我这个时间点什么吗？啊。點我点红爷汉堡，想不到吧？干，这是什么红爷啊？为什么有这种东西可以点？搞吧、啊！我太要进来哦！这神族的红爷是怎样？二十四小时？现在我也不知道他是不是二十四小时。为什么僵尸拿铁铲啊？我只觉得这时间有红爷汉堡很屌、欸、你确定是点红爷汉堡？你不是点到摩斯汉堡？没，我直接截图传给菜渣了。好扯、哦！看一下，我看一下，这实在是太强了。红爷汉堡，哎，真的哎，我靠，干，我差点去，看一下你的名气就被鼓励爆炸，醉啦！你就哪一个版本呢？1.17.1，然后是那个什么快照版。福建，你要绿色的床还是灰色的床？绿色不是龟龟的吗？有墨绿跟绿，还是深蓝？我要睡彩色的床，没有彩色的床啊，没有彩色的、哦，那什么电竞床？我们去打怪、嗯、，RGB 床 ，RGB 床，对啊，走，我们去打怪，走，你在干嘛？等等等，我怎么又被揍了哈？我要点东西啊！哇，还真的点了，干，那我要点东西，妈的，没有，敢不敢找到一家早餐店点它？那也红叶汉堡的时间会开。我跟你讲，就是这么秋，好不好？我看看，没有啦，附近只有摩斯汉堡啊，别去。那你只能点永和豆浆啊。摩斯汉堡开到这个时间，其实也算是蛮厉害的啊。永和豆浆，哇，现在还有鸭王可以点呢、欸。那什么？精品鸭王。
这是什么？鸭肉哦，鸭肉饭哦，我以为是北京烤鸭。看这时间可以点到北京烤鸭，我愿称你为最强。薯条热开玩笑哎，炒面哦，那不就是麦当劳吗？干，麦当劳有炒面是不是啊？不然我点什么？金安四海豆浆，8000多个评价，还有4.7分哎，这么屌！那我点这家好了。我来看一下哦，这张图，哎呦，今天刚开始已经非常有样子哦。没有，因为这版本有点困难。为什么？改了很多东西。矿物生成的位置，是不是？那么矿物生成的位置，所以比较难找，是不是？稍微好像有一点难找。那看来需要我这个天选之人来，因为你看哦，玩了已经快6小时了，还没有全部的都有都有铁装。好啦，看来是时候你们给我一把稿子，我去挖一堆铁矿出来了。要的你哦。这福谦，你要什么颜色的床？我彩色的，我只要彩色的。那你还是睡地板好啊。我这时间有假上床一点呢、欸。信不信趁你们睡着的时候，我直接在你们床下帮你们加热？要。火葬场。这里有什么呢？那你不是要去打僵尸？我还在点餐呢、啊。在等你啊。等我？为什么家里只剩木稿而已啊？你们好困难哦。你可以做其他的、啊，你可以拿木头加石头啊。我已经太久没玩这游戏了，我已经不会玩了。是不是要盖铁巨人农场？不然很缺铁。我觉得可以盖。但前提就是要先有村民。我跟你讲，我就是一把木镐，然后在这个耐久度掉完之前，我就会挖到铁矿，我就可以来升级成铁镐。我就是这么自信。嗯，有阿静的惨叫声啊。哦，我以为你要打他哎、欸，没有，我找僵尸，不行，这时间的东西看起来都不好吃。这里是有僵尸的矿坑吗？你在哪里？你去大薯条。啊，等一下，这间看起来很屌。不是我这个，他自己往上跳是不是啊？欸、自己往上跳吗？你有自动跳跃是不是？你自动跳跃要关掉。为什么要关掉？你如果不习惯的话。不会，我很习惯了，反正都没什么怪耶。你是在哭啊？对呀、啊，这个矿坑是已经到最底了，是不是已经到基岩了？哦，你走到那边吗？那个是我挖的。嗯、告诉你，现在基岩没有那么好找了。好难哦、欸，不知道吃什么。基岩你要到负的程度才找得到咯。真的、哦？观众要帮我跳一下。啊。然后这个最底的这个通道会通往哪呢？该、啊、不会直接死啊？我不能吃麦当劳，因为麦当劳最近在我们这个时间的时候都会直接休息。啊、你们那边没有永和豆浆可以叫吗？台北怎么这样子啊？有啊，可是永和豆浆我不知道吃什么。哎、欸，不是啊，我突然想到我没有带火把、嗯，那这样子我会死哦。嗯、来喽，回来啊，先回来，我把这个、嗯、好远呐、啊。嗯，等我先看，或者重新搜寻一下，我。不过、欸、这边好多僵尸哦。不过你们没有放半砖，所以它自动跳跃不是会比较好往上吗？是没错啊，所以就是看你习不习惯这样。那如果你们把它关掉的话，你们难道是一阶一阶跳上去吗？对吧、啊？你们的白空白键都还好吗？但总比你会跳的比较慢一点。不会，我发现你要仰到一个特定的角度之后，它跳的速度会特别快。有牛肉面呢、欸，差不多在荧幕中间偏下面一点的地方。哦，这边看起来很屌的，快刀手，东影快刀手，然后是卖牛肉面的。我就吃了，哦，小米了，对啊，快刀手哎、欸，哦，我拿到马铃薯了，不是红萝卜，可恶，天要亮了，好吧，没了，今天没了。哦，这边有箱子是不是？这箱子红油抄手哎、欸，我的天啊，啥都没有，你不要拿铜哦，铜是废物哦，铜为什么是废物？装饰方块，真的、哦嗯？那它真的挺废的，对。因为反正我发现家里的这边比较容易出怪，错觉啊，错觉啊！因为右边火把差很多很多。这里有做好的火把吗？我身上有40根。没看，可以自己去拿。
好吧，快，我需要一个人支援我火把，我们来玩前线支援。我吃一个牛肉面跟一个红肉炒手可以吧？哦，我觉得可以哦，太少了，可以吧？我觉得可以哦，太少了，太少了。虽然说我是点了两杯红茶跟一份薯条，还有一份铁板面呢、啊。嗯，没有白点。可以啊，你那是200块，喂200块。OK OK， 金额有到就可以了。我们是客家人，不可以付60块运费。嗯，龟龟嘞，我宁愿点到180块，也不要付60块运费。干，我这边没什么好吃的、欸，我就想去煮泡面算了。你好难的，那你给我吃180块的泡面。你要点超过180，对。对啊。你给我满汉大餐吃3碗半，干嘛了？你帮我付啊！操！哦，可以啊，你现在吃得下3碗半，我就付啊。怎么样？我跟你讲，你是不是没听过那个我同学五个包子的笑话？什么是五个包子的笑话？切，不切。好，你先给我，我要讲故事。就是有一天我在实验室，然后我就拎着两个包子，然后蛮大的包子，然后再加一杯豆浆。然后我就吃完之后，我就说：“哦，干，好饱哦。”然后我同学就说：“说会吗？才两个包子跟一杯豆浆，还好吧？你好夸张哦。”我说：“我说看那个包子很大哎，不然你下次要不要吃吃看？”我说：“那个大小我应该可以吃5个吧？”然后我就说：“干，不然你试试看5个啊。”他说：“哦，不要，我没事，为什么要吃5个包子？”我说：“没关系，你明天就买5个包子，然后你如果那一餐吃完的话，我直接跟我报账，我直接给你5个包子的钱。”然后他那天5个包子，前面都吃很快，最后一个包子他拿着一边打炉石一边吃，吃了50分钟。然后他吃到第3个的时候，转过头跟我说：“看，好像真的有点硬哎。”然后吃第4的时候，动作就开始变慢，第5个就吃了50分钟了。然后我最后用那个多少钱来着？那个包子好像很便宜，120块，我们120块获得了快乐。所以我现在就是要再来一次，用180获得快乐。好，我要看。回去。不要了，都这样讲了。喂、欸，他呛你吃不了3个满汉大餐、欸。我马上来配转给你，好不好？现在要哪里去找满汉大餐呢、啊？干，有啦。满汉大餐怎么会难找？那不然你吃9碗维力炸酱面，我也是可以的。好棒哦！那我宁愿吃3碗满汉大餐，好不好？白吃了9碗维力炸酱面，吃到吐哦。3碗还不到100，哎，到180了吗？现在是53碗吗？有了，3碗有了，3碗半，没有1碗就已经53了吧？53啊，不是我们点到180，我熊猫179才免运呢、啊。你看，你想想看，我刚点那一家运费要60块哦，我怎么可能点一定要点到免运吧？一定要点到180才划算嘛？听到没有？他现在是他说现在是怎样180才要免运？没有啊，那个、啊、那个什么 Panda Pro 啊，啊、哦，那欢迎熊猫自入好不好？不小心就帮他打广告啊！我怎么迷路了？我怎么跑到一个奇怪的地方、啊、嗯，完了！我一边讲话，他回不来了，完了！我不知道，我死了！你带着什么东西死啊？我带着64根火把死了。哦，你死在哪里？来不及吗？我甚至不知道我死在哪里，反正就是一个洞，然后我突然就往下掉，我踩空往下掉，然后就死了。那边火把散落一地了。哇！不是，等一下，我应该找得到我死在哪，应该是往这边走，然后嘞，你这低能，然后往这边，不是哎、欸，你们那个危险的地方，你们要还要提醒你哦。好不好，对啊，我们搞不好根本没去过那个地方哦。看，完了，我好像知道他，你是从哪里掉下去的？是不是那个前面那个大峡谷？对，矿坑附近。然后我原本有经过一个有点像水的地方，但是因为我看到最下面有水，我就先避开它，就我直接踩空，然后我就掉到另外洞里面了。是这里吗？是这里吗？低能吗？啊，他又摔死。我在看，可是那边感觉不像，因为我在下面有吸到火把，没有看到火把。全家专卖点水楼跟南桥小厨联名推出的半筋半肉泡面，售价台币195，真假的？有啊，想吃吃看。超商都有啊，我们学校超商有卖啊。全家专卖啊，195的泡面。对，那这个洞是怎么下去的、啊？你们在这样的一个垂直的洞，然后放了一堆火把。
啊，附魔钓竿带到钓到附魔钓竿，可以啊。秋谷，等下等下，是这个洞啊。嗯，有人可以来这边吗？秋谷山，有人可以来这边吗？秋谷没有山，秋谷没有到山这边，应该是没有这边。哦，奈久山，对不起，我看错了，哪里？矿坑这边吗？矿坑，然后呢？这里，这里，这里，我好像是掉到这个洞里面。你先让我下掉下去帮你捡。不是啊，不是啊，我是要问这边要怎么下去啊？水吧。哎、欸，来人，来了，谁身上有水？来了，来了，来了，还是铁桶，抱歉，去装了呀。哦，可以去海边直接接水。我来了，水来了，哪里？应该是这个洞吧，我的直觉啦，我印象中。来吧，下去吧，下去。我收水了、yeah ，我把水收起来了，不然会溺死。想下来看看而已，好像是哎、欸，是吗？有啊，我吸到啦。哇，哦，要上来了是吗？来来来，对啊对啊对啊，我们可以上去了。完了会不会淹死？啊，我淹死的话，东西就会掉到你身上。然后我也淹死的话，那不会，东西会浮起来，不用怕了。往前，往前，往前！哇，我成功啦！他活过来了，我成功带着全村的希望，我要去找地方。那个洞不是我弄的，那洞是谁弄的？也不是我，我来的时候才开始挖这边的。见鬼了！那难道是自然生成的吗？自然生成的垂直洞、欸，哎，酷哦！等一下哦，先猜八七龟，不是啊，我没有挖洞。等一下，为什么我一直在这里迷路啊？这边怎么看我都不知道。哦，是这边吗？嗯，哦，你在做半砖楼梯吗？我做阶梯啊。钓鱼，钓鱼。远距老师还会放影片，还会卡。外送伙伴已经在路上啦。下礼拜要报告，辛苦了。我的外送伙伴出发了吗？没事，我每个礼拜都要报告。浮标丢出。那个怎么没在钓鱼，在干嘛？麻辣干面呢？你别冲傻了。干什么钓我干？看外送。你没发现的话，就直接淹死。但我绝对会发现，好吗？不用听，我钓鱼都用听的，我不看荧幕啊。啊，你都用听的、嗯？就听那个扑通就好了。你说你都用听的吗？对啊，钓鱼都用听的、啊。原来你都用听的，哇，すごいね，小小年纪。嗯，啊，就听到那个浮标沉下去的声音就可以拉长。すごい，すごい。哦，又钓到一个附魔钓竿，鱼饵二。哎、欸，鱼饵是比较好，增加上钩的速度比较快。对对，然后有另外一个叫做海洋的祝福，那个是增加钓宝的几率。你可以把你跟修补的那个合在一起啊，拿做铁簪合在一起。又是没有铁哈。那它合在一起会变成普通，只能用铁簪，可是大家没铁。对啊，嗯，你可以都先留着、啊。干，我钓另外一个荷叶了，有人加入荷叶帮吗？我去把我的荷叶拿过来。哎、欸，炸虾定时哎、欸，可以了吗？这时间炸虾定时、嗯，其实听起来不错哦。我现在跟当初的阿静一样，嗯，当初的阿静怎么了？怎么了？100多公斤吗？啊？哦、啊？啊？哦？我在钓鱼台钓鱼啊。钓鱼台钓鱼。哦好、哦，哦，我们的外送伙伴在路上喽。嗯，那我把麦克的声音调大一点，让我听不到。然后直接听那个水声就可以了，是吧？哦，福谦跟你说，我们在附近的话，你可能会听错。那边小伙伴说不会有喊。真的、哦，嗯，太低了。可是不是要找铁矿吗？对啊，加油！干怎么被吸走啊？
我鱼钓到一半，然后再飞到你身上的时候，会瞬间被你吸走、欸，对吧、啊？哦，会吧？嗯，在路径上靠太近了，会死掉。对啊，会这样，一直都会靠太近。嗯，看各位观众，我看看我说什么。孤岛在孤岛木镐坏掉前，我就会拿到了，我就会找到铁矿啊。孤岛是什么？哎，这是铁矿吗？其实我不是很确定。孤岛生存吗？我去看，你铁的话用石膏挖哦。如果你，哎，我之前已经做过这档蠢事了。星期天的孤岛，在那个时候的什么？来了。哪一个？修补掉擦身而过吗？那脚会增加。哦，我们可以擦身而过哎。谁把工作台放在这里呀、啊？长这么丑。什么意思？我要去拿宵夜啦。这样子吗？双吊杆吗？双吊杆没比较强。放副手什么意思？明天会开直播吗？应该会哦。但明天礼拜六。你没礼拜二啊？没礼拜二。哪个白痴跟我讲礼拜六？嗯，对。乖乖，明天礼拜二应该会开吧？干点到一半，他给我关门，靠腰啊！线上体育课跳舞，所以我要想办法附魔附到。海洋祝福跟鱼儿二，嗯，听起来很棒哎。你有机会钓到修补的钓竿啊？嗯，他已经钓到了。嗯，哦，我刚钓到那个鱼儿二，真的超快上钩的，对吧、啊？嗯嗯嗯嗯嗯。所以那个是铁矿吗？还是不是？我看错了。我没有看到铁矿哎。那看来就不是。没关系，我的宵夜到了。今天的目的已经达成，就是让菜渣点宵夜。你抽菜渣？我捡你掉出来的东西。干嘛？被你捡走吗？你捡走吗？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没有看到什么东西呀、啊。我也没看到什么东西，妈的！回去玩好了。嗯嗯。啊，不是要杀胡萝卜？嗯嗯。走啊，晚上了。对。走。但杀胡萝卜，我要先去洗澡。什么洗澡？洗澡啊，洗完澡再回来。还没洗澡。嗯。我还是正常。胡萝卜，我没食物啊、哦，还有食物。正宗职业。胡萝卜，那是僵尸吗？绿绿的，绿绿蓝蓝的，对，是僵尸。胡萝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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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萝卜。怎么都没有怪？你怎么不用搬砖呢、啊？那个蓝莓没有，我只是要那个。哎、欸，聊天室，我要开始吃宵夜了。麦克风，我想擦亮它。啊对啊，你放上半砖啊，放在水上面就可以擦啦。不是这个，不是这个，跟水同高。不然你插上去就好了、哦嗯，啊水还会在。哦哦、我以为它会被淹掉啊！哦，以前会啦。它越来越不科学。对。那你跟聊天室说一下，我今天吃的是那个日式酱的那个铁板面，再加上薯条跟热狗，还有红茶。比较甜？比较甜吗？我不知道、欸、我只是看到日式，我就点了。日式铁板面，做盾牌要多几个铁啊？一个，一个铁而已、啊。就是这样、啊，那好像可以做哎、欸。嗯，一定要做啊，比较好吗？对。TNT 怎么做？我告诉你。嗯。要嘛五个沙子，那要火药。
五个沙子，五个哎、欸。我觉得有人要搞事啊。没，才刚开始呢。有人说看不到没有伤害是不是？那我只好请大家去我的 IG 看一下照片，现实动态。找不到怪人，倒是被炸的迷迷毛。我也找不太到哎、欸，怪没有僵尸就苦力怕。嗯，真的不好找。僵尸有这么难出吗？我要盖神怪塔了。啊？哇，神奇了！会花很久吗？不会啊。哎、欸，聊天室我发了，快去看我的 IG 现实动态、啊。看到了。你都没标我。哦。马上再标一次。看到了，看到了，太追了。干。真的硬质僵尸都没看见，太扯了吧？对啊，僵尸，我以前有看到，以前有看过小僵尸，这一代还没看过。有啊，很不常见吗？还好哎。嗯 ，Creeper， 没事，活着。要发生什么事情才会拿到什么？什么？骷髅弓箭手弓箭把骷髅帕射死。对，唱片。快拿到唱片。哦。你要。然后那个，如果骷髅帕被雷劈到会变高压骷髅帕，可以拿到怪物的头。我自己还没下过雨哎、欸。繁星，你有水桶吗？我有啊。帮我把这个填满。啊、哦。抱歉，跳起来踩。有，我发了，我发了，我发了。好嘞。那边出一下，刚跳起来。有了，菜渣 ，take 你了。哦，哇！哎，我参到了，我先想办法回家。我只砍了三只僵尸。哎，这里有新的洞窟哎、欸。哎，我这里是哪里啊？完了，我 是跑太远了。你不是在家附近吗？对啊，我不是在家附近而已吗？哦，这个方向，这个方向有个洞窟。我总觉得会挖到我们挖过的地方。解放啦！那个，这里有一只僵尸，把你杀完。回家我就去拿宵夜。你看我这样洗澡了，我这样一发一下现实，明天早上就是全台铁板面贩卖数量就会上升。哇！不会吧？不会吗？聊天室有人说明天早上要去买铁板面哦。八。然后平时就在吃铁板面，有没有？告示牌怎么做？一个木棒，六个木材。然后上面六个木材。怎么有人西瓜种成这样？龟龟啊。他怎么会种成这样呢？啊、我只是想说随便先找个地方种。你被骂。没有骂他啦。骂他啦，这样太宠他了。不要啦。会啦。太宠他了。这群羊把这边吃到没有草地了、欸、好猛哦、喔。厉害吧。是有人说要多一点的哦、喔、我才这样种的、喔。是没错啦，我后面也会盖那个啊，自动剪羊毛的。可以哦，可是这画面真的寸草不生欸，我觉得经过那边应该会很卡。还好、啊，嗯嗯，上两一二繁星，我需要水桶。来了。
有。这一条填满它。哦，这一条。哎、嗯。感谢。嗯，前大家都很晚睡，好，不管，一千多了，洗澡了。我刚刚想说怎么中不了，原来我是拿烤马铃薯。别捅了，没有啦，才知道。对吧？正常了。卡到头。我突然想到，如果把最近的实况都剪出那个。宵夜段精华的话，就可以看出我每天宵夜的变化、欸。还不错的主意。我今天看了一个拉面的介绍影片，还有好想吃拉面了，很久没吃拉面了。我也想吃。虽然说前阵子有去家里附近的拉面店，然后外带拉面，但是就是没有用那种碗吃，然后没有坐在吧台里面，就少了那个味儿，你知道吗？对啊。可是我们家的铁有这么多吗？什么铁？那是我本来要拿来做铁镐。哦、oh。你做铁针了吗？还是什么？还没做啊，都还没做。啊？怎么刚刚会这样子讲？没有，我想说。就水桶大家一起用就好哦。违规，你好棒！你洗完了？没有啊，我还没去。当客家人。违规买三碗半的那个满汉大餐呢、啊？还吃不完啊！我这句话永远有效啊！就是你只要早一天，你跟我说。看你要来 challenge 180块宵夜，我随时都 OK 啊！你只要 challenge 成功的话，我直接 line pay 转给你。妈白痴！我两碗暖汉大餐都吃到快吐出来了，还要三碗，除非是不同口味的三碗，那应该敢不敢机会？之前那家正川味的两碗冬粉，没有，那真的不行。哎、欸，干那碗我吃完了，后来两碗我吃完了，差不多也是180块。不行，那个真的太大了。可是那一家真的是，我觉得那家 CP 值真的是超高的。吃过大碗够好吃。好，洗澡去。那时候为什么会用这个版本啊？这个点一是差在哪里啊？嗯，就最新的啊，可能有修复一些 bug 吧。哦，经过养这边都会卡顿，所以1.17的话是没有这么难找，是不是？1.17，你说矿物哦？对啊，对啊，它这个版本就是。你的 Y 轴以前不是到0吗？现在可以到-64。哦，是它的分布范围变广。对啊。
好啦，我这边也先关台啊，我会继续跟他们玩，可以去看菜渣台。这边先关掉，我先传一下那个轻松高效跟这个的记录档，就这样啦。感谢各位，我们明天早上啊，他说伺服器会开着啦，啊，我片剪完之后我再继续开，就这样啊。想睡的早点睡啦，各位晚安，拜拜。然后这个野桶等我捞到龙泳，我再把它装回来啊，反正现在也没差，就这样啦，各位拜拜喽。